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据路人张角见人民怨恨官府，便与他的弟弟张良、张宝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招收了50万人，举行起义，一起向官兵进攻。没有几天，四方百姓头裹黄金，跟随张角三兄弟杀向官府，声势非常浩大。汉灵帝得到各地报告，连忙下令各地官军防备，又派中郎将卢植、黄甫嵩、朱隽率领精兵分路攻打张角兄弟的黄巾军。张角领军攻打幽州地界，幽州太守连忙召校尉邹靖商议。邹靖说幽州兵少，不能抵挡，建议写榜文到各县招募兵马。榜文行到涿县，引出一名英雄，这人姓刘，名备，字玄德，因家里贫寒，靠贩麻鞋、织草席为生。这天他进城来看榜文，刘备看完了榜文，不觉感慨地长叹了一声。忽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据路人张角见人民怨恨官府，便与他的弟弟张良、张宝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招收了50万人，举行起义，一起向官兵进攻。
没有几天，四方百姓头裹黄巾，跟随张角三兄弟杀向官府，声势非常浩大。汉灵帝得到各地报告，连忙下令各地官军防备，又派中郎将卢植、黄甫松、朱隽率领精兵分路攻打张角兄弟的黄巾军。张角领军攻打幽州地界，幽州太守连忙召校尉邹靖商议。邹靖说幽州兵少，不能抵挡，建议写榜文到各县招募兵马。榜文行到涿县，引出一名英雄，这人姓刘，名备，字玄德。因家里贫寒，靠贩麻鞋、织草席为生。这天他进城来看榜文，刘备看完了榜文，不觉感慨地长叹了一声。忽听身后有个人大声喝道：“大丈夫不给国家出力，叹什么气？”刘备回头一看，这人身高八尺，豹子头，圆眼睛，满腮的胡须像钢丝一样竖着，声音像洪钟，样子十分威武。那人对刘备说，他姓张，名飞，字翼德，做着卖酒、屠宰猪羊的生意。他愿意拿出家产做本钱，与刘备共同干一番大事业。刘备、张飞俩人谈得投机，便一起到村口的一家酒店饮酒叙话。这时一推车大汉进店饮酒，刘备留神一看，这人有九尺高，胸前长须飘飘，脸色好像红枣一样，长一双丹凤眼，两条卧蚕眉，相貌非常威武雄伟。刘备连忙起身邀他过来同坐，并请问姓名。那人说：“我姓关，名羽，字云长，因乡里二霸仗势欺人，我一怒杀了二霸，逃到外乡避难已有五六年了。”刘备、张飞听了都很敬佩，也将自己的志愿告诉了关羽。关羽听了也非常高兴。酒后他们一同来到张飞的庄上，只见庄后有一座桃园，园中桃花灿烂，景色很美。第二天，三人在园中焚香礼拜，宣誓结为异姓兄弟。三人按年岁认了兄弟，刘备做了大哥，关羽第二，张飞最小，做了弟弟。三人请来铁匠打造兵器，刘备打造了双股剑，关羽打了把82斤的青龙偃月刀，张飞造了一支丈8点钢矛，个人又造了一身铠甲。他们聚集乡中壮士500多人，浩浩荡荡到涿郡去应募。三人在涿郡打败了黄巾军将领陈远志。刘备听说他从前的老师中郎将卢植在广宗和张角作战，便领了本部人马到广宗助战。卢植令刘备三兄弟前往颍川帮助官军作战。刘备、关羽、张飞引军连夜奔赴颍川。再说张良、张宝在颍川连胜几阵，这天正在追赶官军，忽然被一队打着红旗的队伍拦住去路。魏守义将姓曹，名操，字孟德。张良、张宝打不过这支队伍，领兵败走。刘备见黄巾军退走，便引军返回广宗。半途中忽见一支军马压着囚车而来，上前一看，车中犯人竟是卢植，慌忙下马询问原因，
才明白左丰因卢植为奉送金银，便在皇帝面前使坏。张飞一听大怒，拔刀要杀押送囚车的官兵救出卢植。刘备急忙拦住，说朝廷自有公论。三人便一齐回涿县去。正进间，见黄巾军把董卓领导的官军杀得大败，三人冲入阵中，救出了董卓。不料董卓一听三人并无官职，立刻把三人丢在外边，下马进帐去了。张飞顿时火冒三丈，便拔刀进帐要杀董卓，又被刘备劝住。三人于是领着人马连夜去投朱隽。朱隽那时正在与黄巾军作战，便令刘备为先锋去攻打张宝。刘备一箭射中张宝左臂，关羽、张飞一齐出马助战，打败了张宝。朱隽便领大军去攻打宛城。这时张角兄弟先后战死，黄巾军只剩下数万人屯驻宛城一带。朱隽在刘备、关羽、张飞和吴郡人孙坚的帮助下占了宛城，打败了黄巾军。朱隽回到京城，被封为车骑将军、河南尹。朱隽表奏了孙坚、刘备的功勋。刘备因朝中无人说情，被封为中山府安喜县县尉。不久，都邮来到安喜，刘备因没有向都邮送钱，被都邮陷害。刘备几次到馆驿求见都邮，都被看门人拦住，拒于门外。消息传到张飞耳中，张飞气得两眼圆睁，冲进馆驿揪住都邮的头发，扯到县衙前，绑在马桩上，用柳条使劲抽打，一连打断十几根柳条，打得都邮杀猪般叫喊求饶。刘备遭都邮欺辱，便取出县尉官印挂在都邮脖子上，弃官而去。兄弟三人依旧带了几十名亲随，离开安喜县城，前往幽州投靠刘辉。当时皇帝身边有十个经常不离左右的宦官，教时常侍，他们贪赃枉法，残害百姓，陷害忠良。灵帝对他们的话非常相信，汉王朝统治已非常危险了。朝中建议大夫刘陶向灵帝哭谏，要灵帝除掉十常侍，灵帝不但不听，反而要杀刘陶。司徒承担头撞石阶，以死相见，灵帝更加大怒，命卫士将二人关进监狱。当天夜里，十常侍派人将他们在狱中杀死。从此以后，朝廷官员再也无人敢向皇帝说十常侍的坏话了。中平六年四月，公元189年初夏，灵帝害病快要死了，他打算立王美人生的皇子刘协做太子。十常侍中的蹇硕在病床边对灵帝说，如果要立刘协做太子，必须先杀死大将军何进，才能保皇太子日后平安。灵帝听了蹇硕的话，立刻派人宣何进进宫。这何进原来是一个杀猪的，因妹妹是何皇后，生了皇子刘辩，何进才掌了大权。何进知皇帝要杀他，没有入宫，回到家里
召集大臣，商议如何杀掉石常氏。这时灵帝死了，何进便令司隶校尉袁绍领五千御林军进了皇宫，便在灵帝灵柩前面立太子刘辩继承皇位。刘辩虽做了皇帝，但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心里却不大乐意。石常氏之一的宦官张让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董太后听后大喜，第二天早朝时，董太后亲自主持朝政，传旨封皇子刘协为陈留王，封自己的哥哥董仲为骠骑将军，并让张让帮他处理朝政。皇帝刘辩的母亲何太后见董太后把持大权，心里也不痛快，她想了一个计策，在宫中摆了一桌酒，请董太后来喝酒，劝董太后不要管国家大事。董太后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俩人大吵一场。何太后也发怒了，当夜便把哥哥何进召进宫中，商量怎样除掉董太后及董仲。次日，何进下令把董太后送到京城以外的河间去，何进让护送的人暗地里将董太后毒死，又将董太后的哥哥董仲的家包围起来，要追回他的官印。董仲知道事情危急，便在后堂自杀了。袁绍劝何进趁早把石常氏这些宦官杀掉，何进将这个想法告诉何太后，何太后正宠幸张让等人，便不同意。袁绍又向何进献上一计，要他调外地兵力入京抄除宦官。主簿陈琳认为这样做会弄出乱子来，便竭力劝阻。说话间，曹操从旁闪出，拍着手掌哈哈大笑。何进问曹操为什么发笑，曹操说要杀宦官应该先除魏首的宦官，这只要一个监狱官就够了，何必纷纷召来外宾呢？何进一听非常生气，怒气冲冲地呵斥曹操有私心。曹操退了出来，叹息着说，乱天下的一定是何进。朝廷派往西凉领兵的刺史董卓，手下有200,000大军，野心很大。这天他接到何进的檄文，心中十分高兴，便令他的女婿李儒先派人向朝廷上了一道表章，说这次出兵是为了惩除宦官，制止逆乱。北极夏天呢，好让朝廷的大臣不对他产生怀疑，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随后便起兵向京城洛阳进发。张让等听说外地的兵来到，便先下手，派50名刀斧手埋伏在长乐宫嘉德门内，让何太后召何进进宫。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何太后不知是计，就派人宣和。电影啊，影片啊，也提出很多拯救解救的办法。何进自觉手中掌握天下大权，要解决当然有方法，不敢把他怎么样，便不。就好像学生功课不好，劝阻进了皇宫，老师可以提出很多对峙的药方，刚一进门便被乱刀砍死。没办法执行啊。护送何进进宫的袁绍、曹操在宫门外等了很久，不见何进走出。减肥有很多药方，就在门外大声叫喊，请大将军上车，对不对？好简单。这时，
何进的人头被从抢。现在发展出很多不用动，可以拼命吃，还可以减肥。袁绍、曹操大怒，挥舞着宝剑，招叫着杀入宦内，碰见宦官。修道到底能不能够不论大小，全部杀死？前一阵子有一时皇宫内火光冲天，道亲张让、段圭等宦官、慌忙结拥着扫地和陈留王从后宫逃跑了。当场就归空了三更时分，逃到北邙山下，猛听得后娘一片喊杀声，火光中一队人马就开始讨论了。赶到张让自知难逃一死，便投河自杀了。回答这个问题，众人从路边草堆中找到扫地和陈留王，护送回家。他们佛堂一位行不到几里路，很虔诚的道亲，一队大军赶到，为首一员大将正是董卓。董卓将扫地和陈留王送回宫中，便把人马驻扎在城外，天天带着铁甲骑兵入城，横行街坡。哈利路亚就好了。的老百姓惶惶不安。然后道亲就不同，董卓还带着宝剑出入皇宫。一天，董卓在温明园中大摆筵席，请大臣喝酒。道场有很多突然提出要废了皇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大臣们都不敢。出身荆州刺史丁原将桌子推翻表示反对。董卓拔剑要杀丁原，可他那前一阵子有一位大看到丁原身后站着吕布，正用眼睛瞪着他，便不敢下手。抢救地球。第二天，丁原在城外同董卓打了起来，董卓的人马被吕布杀得大败而逃。董卓回来后召集众将商议对策，最主要是部将李肃挺身而出，说他和吕布是同乡，只要董卓愿让出赤兔马和金银珠宝给吕布，他一定能叫吕布。而且呢，这个变成背叛丁原，就算我们没有跟他共业的人啊，他的共恶业就是大家拼命的消费。吕布是个见利忘义的人，一见那赤兔马浑身上下像火炭一般红，没有一根杂毛，便喜爱的不得了。我们没有共恶业，当夜便将义父丁原杀了。那个鸟巢翻了，每颗蛋都要破掉。的首级投效董卓，拜董卓为干爹。在整个大姻缘动荡之中，董卓收了吕布做义子，从此便为所欲为。你虽然什么错事都没有做，很快废了扫地、李陈留个体的命运啊。王位皇帝也是受到九岁的皇帝无力治理国家。相国董卓把大权都握在自己手，他够厚有厚，没有这回事。中入朝见皇帝不拜，待见上殿，大臣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地球温度如果继续上升，校尉袁绍反对董卓废掉旧皇帝，就是永远冰冻的另立新皇帝，便怒气冲冲的。但是永冻土里面呢，有很多的投奔冀州去了，是一种毒气。董卓为笼络人心，是永远不会释放。不仅不杀袁绍，反而封袁绍为渤海，释放出来，那谁都受影响啊。对，所以说，即使我们离西伯利亚非常遥远，即使我们努力要成为少数洁身自爱、不吃肉、不开车、节制消费的环保分子，扫地。但是只要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还是过一样的生活的话，董卓知道后便将扫地用毒酒毒死。好人坏人，把何太后扔，全部一起毁灭。非环保人士也好，环保人士也好，吃素的吃荤的，自此以后，董卓每夜都睡在皇帝睡觉的地方，然后毁灭地球原因很简单、就是过度消费嘛，敢管他？地球每年消失1300万公顷，来到阳城，正赶上村民举行二月社赛集会。得了肺癌啊，董卓突然叫军士包围人群，癌细胞越来越多，把男人统统杀掉，杀得人头滚滚，最后你就呼吸困难，尸变，对不对？呼吸困难没办法提供充足的氧气给身体，身体就报销了。那现在也是这样的，现在地球的肺越来越小，
那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大巨人，地球巨人就开始窒息了，越来越窒息。所以说用过多的电，像我们现在也用很多的电哦，用过多的电，开车子，所以我就骑 autobike 了，少最好是骑脚踏车了，少开一点车子。可是没办法，大家还要浪费啊，吃肉，浪费物资，还有工厂大量生产，这些都是毁灭地球的原因啊，畜牧啦等等的，屠宰啦，这都毁灭地球，每个人都是凶手。对，除非你是过无电生活，不然文明世界啊，每个人对地球的毁灭都难辞其咎，包括我们啊，我们都在大量的使用啊，大量的消费地球。越文明的地区啊，反而恶行越重大。全世界超过 50% 的谷物啊，谷类啊，是用在饲养动物，还有用在做燃料，用来做燃料。所以大部分的谷物不是被我们吃掉的啊，是被动物吃掉，还有做燃料消耗掉的。那动物吃掉为什么？因为要养来要来吃的，你养这些猪啦、啊、牛啊、羊啊、鸡啊、鸭要来吃的。所以说，全世界有20%的高度开发人口啊，消耗80%的地球资源。地球的资源只有20%的人在消耗，其他的都是很贫乏的。所以这很悲哀，就是凶手是少部分人，可是受害者是多数人。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出了一个流氓，全家受害，那流氓就那个而已。出了一个吸毒的、赌博的，全家受害。这些呢，就是就像身体，就是一部分癌细胞就可以毁灭整个身体。不是你身体每一个器官都是癌细胞，只是某一个器官有一局部的癌细胞就可以毁灭整个身体。所以简单的说，过度消费，过度消费呢，造成过度的生产。过度的开发，对不对？你要消费嘛，你就要生产，要生产就要开发，开发资源，然后就毁灭地球，就是这样。所以原因就在过度的消费啊，原因在过度消费。但是为什么会消费呢？找乐子嘛，人生苦闷嘛，要享受啊，要享乐。所以你不要消费就好了。问题是不要消费，我活不下去啊。我活不下去，那我不如死了算了，我不要等地球毁灭了，我现在就活不下去了，苦闷得不得了。所以说呢，科学家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呼吁文明世界要节约节制物质消费，少用电，少消费，少开车，少吃少喝，吃喝玩乐越少越好。可是呢，就算是高道德高良知的知识分子啊，也没办法放弃物质享受，因为生命除了这些以外没有其他的快乐。因为世间人快乐就是来自于享受物质嘛，享受物质。这样你可以期望台北人啊，晚上关掉电源，不去夜店，不看电视，不上网，全家坐在室内聊天，或者坐在屋顶看星星，唱一首歌叫做屋顶有可能吗？也不可能的嘛。然后天黑的就上床睡觉，这样才可以救地球啊，不可能的。那这样人生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然后你可以期望说不要空调啦，也不要坐电梯啦，也不要灯光啦，回到几十年前农业社会啊，点个蜡烛过日子啊，放弃这种消耗油啊消耗电的这些交通工具啊，走路啦，骑脚踏车啊，要全面实施这样的生活啊，才可以刹车，才可以把这个奔向毁灭的这个列车踩刹车刹住。所以说这是没有办法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的努力就是为了要物质欲望的享受，就是希望这样，对不对？住高楼大厦，开名车，出国旅游，穿最好的衣服，享受最好的食物，最便利的交通工具，这些通通都是在毁灭地球的，做这些事情。那这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成功就是代表毁灭地球啊。所以少数的成功者啊，地球上少数的成功者正在进行摧毁地球的工作，而没有成功的人，他们正在奔向这些成功者的脚步。所以这就是一个共业滚雪球一样啊，大家向那边奔驰而去，没有办法，要不然人生要怎么样？要我人生追求什么？对不对？我们人生的目的很简单嘛，
就是赚到足够的钱，然后拼命的消费，就是这样子呀，就是这样。然后拼命的消费就是要毁灭地球，而且呢，不是几十年呢，在几年，一年比一年，像气候变化啦等等的，一年比一年可怕，各种灾厄啊，像前一阵那个八八水灾，那个土石流，对不对？那种惊人的雨量啊，你下在哪里都是要毁灭的啦，都是要走山的。怎么会下那么大的雨？那就是大自然已经开始崩盘了，它的生态已经开始崩盘了，开始乱了套了。那原因就是我们人，简单的说，不用讲的这么复杂，就是欲望太强，过度消费，追求快乐，追求快乐唯一的办法就是享受，就是消费。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提出来，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要自我节制，但是你没有节制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道，没有道，光用理智是没办法节制的，没有道是不行的，他没有这种节制力。所以说要传道救地球，传道才能够救地球。今天抢救地球，我们提出一个答案，就是传道救地球，就这五个字，传道救地球。所以说，求道可以启发人类的良知良能，只有求过道的人呢，他的道德感提升。像后学那边有一位道亲，他就说，他从小就是很会读书，高中的时候台中嘛，就读女中啊，台中女中啊，然后考大学、研究所，都是在一流的学府。然后他是又是学英文系的，在他的人生观里面呢、啊，就是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没有别的。后来他突然间就迷恋上经典，从小因为他学英文的，他对那个中国的古典文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突然间迷恋上经典。甚至有一度想要去出家，那最近在回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被同学骗去求道啊，那是个分水岭。就求道以后突然间对经典对真理产生浓烈的兴趣，以前有兴趣的可能就是功课啦、成绩啦，或是唱歌啦、聊天啦，就这些东西。但是兴趣转变了，转变到对真理的追求，这就是道的力量。对，因为良知良能被启发出来了，还有自制力也提升了，开始吃素啊，开始吃素。像后学那边有位坛主的妹妹，她是在日本工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她姐姐家，到她姐姐家来就被渡来求道，然后求道前他求道，求完道以后还跟我讲说，求道前他一直在祈祷啊，一直在祈祷，希望上帝指示他到底他该不该来求道。最后上帝告诉他说可以去了，他才去。所以他一直到求道前我们都还不确定他会不会求道，那求道以后现在就开始吃素了。饮食男女嘛，人之大欲，人最大的欲望，连孔子都这么说。本来吃肉那个是一种人生很重要的享乐啊，很重要的享乐，放在第一名的。但是他突然间没办法，是一直在鼓吹吃素啊，也一直写信给他妈妈啦，说你要吃素啦。那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呢、啊、就产生一个相反的一个变化，就是欲望会开始降低，自制力开始提升了，控制自己的欲望的能力开始提升，而且愿意牺牲奉献，还可以愿意牺牲奉献。这都是生命的一种转变，这是因为有道，很神奇的点石成金，化学变化产生啊，一个元素加到你生命里面去了，产生化学变化。所以你人你光告诉他说你要节制欲望没有用啊，他没有那种节制力。告诉他你要有道德，要有良知，要兼顾全体，不要光自己享受，可是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东西在的。就像你告诉他你要欣赏音乐，可是他没有那个细胞，没有那个音乐细胞，他没办法欣赏。最重要的是修持还可以什么启发你自信之乐啊，禅悦法喜，禅悦法喜，不用追求物质的享受，你就可以活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快乐之中，那叫法乐，法乐大于欲乐啊！以前这个魔王啊，波旬啊，变化成玉皇大帝来赞叹一个修行，赞叹他说你修行太好了啊！然后他带着很多的仙女啊，实际上都是魔女变的。那仙女说要来服侍他，
啊，要服侍这个修行者，是吧？然后这个修行者就说，我是修行者，我怎么可以接受这些天女的服侍？魔王变成的这个玉皇大帝就很虔诚的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啊，希望你能够接受。然后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啊就出现了，他说这是魔王啊电话来骗你的，他说没有关系，这些魔女啊你不敢接受全部交给我，我都用药了。然后这个维摩诘居士就为这些魔女说法，传授他们修行之道，发菩提心，就是我们传道就是发菩提心，然后再叫他们回到魔宫去传道去。那些魔女都不愿意回去了，就这句话就出自他们说的，他说法乐甚乐啊，不负五欲之乐，这种法乐自己本性涌现出来的快乐，不是没有办法让我再接受五欲之乐。五欲之乐就是眼睛看到的啦，耳朵听到的啦，鼻子闻到的啦，嘴巴吃到，身体接触到的。那魔宫里面这种快乐是到达极致的，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随心所欲啊，简单的说魔法嘛，就是随心所欲，随心魔和佛的极致就在这，一个是法乐，一个是欲乐，一个是法乐的极致，一个是欲乐的极致，欲望快乐的极致。但这些魔女尝过法乐以后，觉得那个完全没办法接受了，完全没办法接受了。就好像你看过太阳的光以后，你就没办法接受那个蜡烛的光，蜡烛的光再亮，你也觉得是差太远了。所以说呢，只有传道可以启发这个法乐，然后你对于物质的欲乐啊，你就越来越淡了，欲望的享受越来越淡，越来越不在乎了。所以说我们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认定了生命的快乐就是要来自于欲望的满足，这是最大的问题。那快乐没有别的管道，而欲望的满足就是要消费啊，对不对？欲望满足就要消费，就是要开发，就是要生产，这就是一个不归路啊。那简单的说，目的很简单，人不是为了追求生存，现在都讲说我为了追求生存，不是的，追求生存很容易的，所有动物都在追求生存，怎么不会毁灭地球，对不对？鸟啦，鱼啦，野兽啦，跑的跑，飞的飞，游的游，地球会毁灭吗？不会。他们会活不下去吗？不会吗？活得好好的。所以不要拿生存啊，求生存当借口，就是求享乐。我们要活下去，有一口饭吃，还不容易吗？对不对？他们现在有人说，在座我们在诸位，有人吃未饱吗？穿未烧吗？不可能的嘛，都是家里都不是衣服太多，食物太多嘛，问题都出在这里，每年都要丢掉好多衣服啊，要浪费好多食物。所以说呢，我们简单列出来一个地球毁灭的一个程序啊，就是心灵空虚不满足，然后追求物质享受，然后你的感官永远不满足，就会不断的消费，不断的消费就会过度的开发，过度的开发就造成地球的毁灭。那抢救地球的程序就是刚好相反，心灵很满足，不是空虚的，因为有道德，有仁义充满，不觉那个孟子说的仁义充满你的心灵，不觉手之舞之足之道之啊，不觉手舞足道，快乐的不得了，这叫法乐甚乐。所以他就不用追求物质的欲望的快乐，不追求欲乐呢，不追求物欲满足的话，消费欲望就降低，那开发就减少，地球就可以永续生存啊。这是抢救地球的不二法门，抢救地球的不二法门大家都知道啦，就是降低欲望，但是你降低欲望没有快乐啊，那只有怎么样，开发本性，修道最快乐，修道最快乐。释迦牟尼佛就有讲过啊，说众生你没办法让他了解啊，远离五欲的妙乐啊，远离五欲啊，远离五欲啊，妙乐现前。我们永远都在这个五欲就是火坑啊，那叫火坑啊，又跳火坑嘛。我们每个人都在火坑里边，在那边玩火。现在大家五欲都同时的，起码在家里面电脑打开，电视打开看，眼睛在看，对不对？嘴巴在吃零食，然后耳朵还要听音乐。对，还要讲一些，还要聊天 ，MSN 那样聊天，讲个不停，就是五欲啊，活在五欲之乐之中，然后身上要穿着这种名牌的衣服，对不对？身体要接触到最好质量的衣服，告诉大家，最好的衣服就是空气，最柔软的。然后呢，怎么样呢？然后你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你看，拼命的看，拼命的吃，拼命的听，最后就是苦恼嘛。对啊，最后就是苦恼，
他的快乐是很短暂的，很快你就很厌烦了，然后就想要去找新的刺激，最后都不是满足欲望，都是刺激欲望，刺激你的感官，不是满足感官，是刺激感官。愈加靠一愈来愈重，就是这样，口味越来越重，音乐也要越听越大声。我看那些青少年音乐越放越大声，后来没办法，只有戴耳机，要不然会吵死人了，对不对？音乐越放越大声，玩游戏，电脑游戏、网络游戏也是越玩越辣，越玩越危险，越来越暴力，越来越色情，就是这样。最后呢，最后就不嗑药不行了，所以现在演艺人员很多最后都要走向嗑药了。不嗑药没办法刺激了，因为这些东西都麻木了，都没办法刺激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所以说呢，唯有本有的快乐叫法乐，这个东西呢，就是只有它发动以后，你才会愿意放弃这些物质享受，那就只有传道了，通天窍打开了。通天窍打开以后，常常回光返照，当然你还要回光返照，但总是有方法了，对，回光返照，这个通天窍保持畅通啊，你就会发现呢，清凉自在，你就会发现一无所有一样快乐无边，这种感受是一般的很难了解的，很难了解的，远离五欲之后的那种妙乐现前，真正放弃了，我不再在这里面追求，我不是说我不要吃不要喝不要穿，我就是这些东西维持生存就好了，你把它定位在维持生存就好了。那以前做不到，现在有道了，做得到，只是愿不愿意而已。以前是愿意也做不到，你光靠理性啊、理智，那你愿意做到，愿意但是做不到。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做得到，但是不愿意。观念没转变过来，我们不相信放弃五欲之乐以后，法乐会现前，妙乐会现前，信心不够而已。所以说呢，要怎么做到呢？其实有一个最简单办法，得到以后诚心抱守，首选。现在先不谈半道啊，先谈首悬。首悬可以让你活在法乐之中，禅悦法喜之中。你守到那个强度，好像那个水啊，滚到那个火候到了，它就会滚一样啊。火候不到不会滚，好像你很冷，然后靠近这个火炉，对不对？你要烘到一个程度以后，才会身体暖和起来。好像你天气很冷，你钻到被窝里面还是发抖啊。可是你睡了，可能睡了半个小时以后，诶，开始暖和起来了啊，因为时候到了，时间到了。守悬也是一样，你不要守个几分钟，就好像你钻到被窝几分钟，哎呀，没有用啊。但是我们都尝试都知道，我再睡久一点，那个温度就出来了啊。但是守悬你没有那种尝试，没有那种尝试。我们得到以后，为什么叫你终日练神光？练神光，神光就是神火啊，这种神火就可以让我们身上的阴气全部散掉。我们人活的就是生命里面充满了阴气，充满了阴气就全身不自在，全身不自在，所以就爱热闹，大部分人就这样爱热闹，要不然就吃喝玩乐，就是因为阴气太盛。所以说像我们为什么说传道才可以救地球，因为现在也有提出来，现在不是都提倡说一个礼拜要吃一天的素，真的全世界都执行这样子，光是一个礼拜每个人能够吃两天的素，甚至吃一天的素，地球就有救了，就差很多了，至少可以减缓几十年哦，几十年毁灭的脚步哦。但是就是做不到啊，肉太好吃了，家才刚才讲臭赶快呢，好像牛在吃草一样啊。像最近有两个道亲就说他和他姐姐从小就被糊里糊涂抱去求道了，他妈妈也没有，那时候也只是带小孩子去，好像就去什么庙里面拜拜啦，保平安那样的求道了。那求道以后，这两个小孩子就吃到肉就会哭啊，甚至闻到葱蒜就会哭，有三分。后来没办法，只好弄，想办法，他妈妈就想办法弄素食给他们吃，最后就搞到妈妈也吃素了，后来家里还设火堂。然后他就说，他们小时候亲戚讲到他们两个，就说：“哎，出来去人家。”假草哎，那两只吃草的动物，就代表一般人认为说吃素就像吃草一样，淡然无味。可是我们道亲就吃得津津有味，然后吃肉吃得很痛苦，吃不下去。求道以后，你只要越靠近道场，你也不用怎么修，只要不要脱了线了，哎，它就发生这个影响力了。你开始体质改变了，心灵改变了，
开始呢脱离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冤仇。所以全世界的人要想要说，现在如果说全世界人都大量素食的话，甚至我们说一半的时间吃素，地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所有科学家写出来的程式啊，算这个算得出来的，对不对？你减少吃多少肉呢，就可以减少开发多少，然后地球的肺就会开始恢复它的功能，肺癌就开始治愈了，这可以算得出来的。可是做不到啊。但是为什么？因为你要靠着他的强大的自制力、道德感、使命感、良知，没有办法。我们道心根本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复杂。得到以后，只要没有脱离道场，甚至有的人根本也没有接近道场，他就自然的走向趋向素食。很非常多这种例子，我问过啊，问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就求过道以后，就自然对肉食就慢慢失去兴趣啊，甚至吃肉的时候会敏感啊，会肚子痛啊，会什么的。像后学那边有一位道亲，刚考上大学，根本就没有接近道场嘛。以前为了要考大学，那他想要考大学成绩好一点，他就吃素。现在是不是吃素救地球？是吃素救成绩，吃素救成绩，吃素救前途，想救前途，然后他就吃素啊。后来果然如愿以偿，他考上以后就啊住校嘛，就要做异类啊，就开始吃肉，哇，就开始拉肚子啦，什么状况都出来了。结果后来他们那个老师啊开始考他了。他试图是全班最好的，可是被老师啊打最低分，不及格不说，还叫起来当场骂指责。他是碰到前世的冤家了。后来他就开始吃素，开始吃素以后，他变成成绩最好。同样那个老师啊，时常把他叫起来称赞，人缘都改变。这就是道啊，在你生命里面产生那种你没办法了解的那种变化啊，没办法了解的变化，那逼迫他就是走向一个吃素的路。所以能够吃素。我们先不要谈的高远了，人人求道，要推广素食就变得很容易，不然你光推广素食是做不到的啊。只有素食，只有求过道的人，他听得进去，他也做得到。现在人都听得进去，接受素食，但是他做不到，连达赖喇嘛都做不到。达赖喇嘛修行多好，他身体没办法接受，他一吃素就拉力，刚我跟我们相反，我们吃肉就拉肚子，他吃素就拉肚子，所以他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身体遗传基因里面几万年都在吃肉啊，是吃肉的，所以他会罢工啊，你不给他肉他会罢工的，他会罢工的，会产生问题。但我们修道不同的，香儿点铁化成金了，我们都变成黄金打造的了。所以要抢救地球，第一个要能够吃素，那求道可以吃素。第二个，你要把欲望的享乐转变成为法乐，法喜充满，转变成为法喜充满。那这个法喜充满也只有透过得到回光返照，才可以得到法喜充满。所以这是不二法门。所以我们只要拼命的传道，就算他点了，他没有那个因缘，像我们道场中求道人大概100个人，只有几个人回来啊。可是那些人都开始发酵啊，他可能就一天一个礼拜可能就少吃了一两天的素，不，少吃了一两天的肉，都会产生这种变化。你去追踪啊，都会这个样，这很神奇的。像我刚才讲的那位道亲的妹妹，根本现在都还在基督教啊，完全没有进入道场，又在日本，跟我们根本完全没有接触啊。可是他就转向素食，因为他身体里面已经产生质变。好，这是我们谈论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抢救地球的不二法门，就是传道。再来呢，这边有第二个问题啊，也是道亲问的，说看到1月2号的电视新闻，有一辆载着道亲去开班的厢型车出车祸，车上的道亲当场7人死亡。道场的前贤不是说修道有仙佛保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灾难呢？要回答他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像发生灾祸的时候啊，修道到底能不能避得了灾祸？发生灾祸的时候，就往往变成说那样不信道的啦，不修道的人他的好借口，就是修道为什么还会发生灾难呢？那我修道干嘛呢？然后呢，碰到人家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心里要有准备啊，你不管什么答案呢，他不一定会能够接受。
因为他有时候他要的不是答案，他答案已经有了，他就是不想修道，他就不想信，不想相信仙佛菩萨，那现在拿这个来当借口，所以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然后再来我们就要来看啊，这种灾祸啊，碰到这些灾祸就是所谓业障现前。人业障现前啊，其实最难躲的就是什么？共业，叫共业难逃。业障有两种，一种叫共业，一种叫别业。共业就是一群人一起造的业，叫共业，这个共业很难逃，因为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别业就是你自己造的罪业，你自己去偷钱啊，你自己去抢劫啊，你自己人跑单帮，自己去杀人啊，那这个啊，这是别业。共业就是共同造的，共同造的就很麻烦，你共恶业，你只有共善业才可以消啊。比如说这群人要那么巧又集合在一起共善业，共同修善，共同修行，修道行善，那才可以化得了。所以共业是很难逃的。所以别业呢，自己造业的，我们说啊，我们努力修行，我们吃素，我们修道，我们诚心诚意的来牺牲奉献就可以改变。但是这笔是归这笔，你自己的业障可以消，但是跟别人一起的那个业障现前的，大家要一起下去，你也躲不了。所以就连释迦牟尼佛都消不了这个共业。释迦牟尼佛那个他的祖国被灭亡了嘛，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那就是共业。因为他们以前是同一个村庄的人，把一个水塘的水啊，水都放干了，把所有的鱼都抓来杀了。所以说他后来那个整个的鱼，整个湖泊里面的鱼啊，全部投胎变成另外一个国家，成立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是要来消灭他们的，消灭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母国祖国。但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没有参与那个杀业，他没有去，他从小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很慈悲了，但是他把一条死鱼啊敲头敲了三下，所以头痛了三天啊。所以共业多么可怕，所以共业是很难逃的。所以说呢，你今世啦、啊、或者是过去世啊，你一群人共同造一个罪业啊，比方说结伙抢人啦、啊、杀劫啦、啊、杀人啦、啊、抢劫啦、啊、混帮派啦、啊、还有什么那个比较少啦，合作杀生事业的最多，一群人在一起开屠宰场的啦，共同投资啦，哇那杀很多，开餐厅啊，对不对？开什么这个牧场啊，对不对？还有什么整条船去捕鱼，对不对？还有猎人队去打猎，这个我们搞不好我们都有过。哎，我从小就很爱抓鱼的，好会抓，空手就可以抓到鱼的。现在看到人家抓鱼还觉得好兴奋啊，习性啊，看到人家捞一大网的鱼起来都不会同情的，心会跳一下啊，这有习性。我相信我以前一定打猎捕鱼都干过的，渔夫和猎人都干过，而且是集体的那种的。那时候好喜欢指挥一群小朋友去抓鱼啊，你给我堵那边，你给我堵这边，再大的鱼我都抓得到。所以这就是共业，共恶业。所以不要说杀人抢劫我们没有，那也很难讲。还有什么？打仗，打仗那更是没办法避免的。那杀多少人，一整群人去带兵打仗，参与共业，所以这个是很难消的。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常常发生这种事情，这算什么？每天都有这种事情啊，对不对？你说车祸集体死亡，他说这个是道亲，然后就被人家拿出来炒作。在同时候啊，还有一家四口开着轿车出去旅游，整辆车冲到海里面，有没有听过？那也叫共业啊。因为共业，所以他们才会变成一家人。所以共业的人，共恶业的人，有时候就会凑在一起，有时候会凑在一起。然后同一辆飞机，哎，飞机失事死了，这也常常有的事啊。每天新闻都有啊，有没有爆出来而已啊？每天新闻都有，全世界到处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共恶业爆发了，业障难逃。像八八水灾啦，对不对？水灾啦、风灾啦、什么地震啦，这些都是共业。海啸啦，这都是共业啊。最近啊，最近还有一个大地震，对不对？20万人啊，共业成熟，那就很可能是20万人就是一个部队啊，啊，一个大部队。所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共修、共善业。那怎什么办法？你躲在家里面修是没有用的哦，消不了共恶业的哦。你只有投入一个修行的道场，对，大家一起共修。
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是正确的，必须是正确的才行。我们先谈正确的共修，还有不正确的共修。所以不是说共修就一定可以消得了共善业，就一定可以消得了共恶业哦。问题是你是不是共善业？你以为是一起在做好事，但是呢，你可能走到外道去了，自己不晓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先谈一谈这个共善业啊造成的奇迹啊。有一个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一辆车啊，是就是那种坐满了五个人的小轿车，也是载的道行，跟那个一样，厢型车翻覆一样，但他们是小轿车，坐满了，前面坐两个，后面坐三个，坐满了，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啊，跟一辆大货车装满了钢筋的大货车追撞，因为前面连环车祸嘛，所以就追撞那个钢筋哦，震动太大，那个钢筋整排的哦，唰，全部插到他们车子里边去，整个车子跟刺猬一样插穿了。然后那个公路警察来的时候啊，从里面把一个人一个一个拖出来，全部都没有插到。那个警察大吃一惊说：“你们没有一个受伤的，是不是一贯道？”警察就直接这样问，因为他们很有经验啊，常常处理这种事情啊，一贯道这种奇迹特别多。你看就差那么多，那个是九个死了七个，这个就是。还有最近八八水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八八水灾呢？八八水灾知道吧？土石流把那个整个村庄都淹没了，然后受灾严重的除了小林村我们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叫纳玛夏乡啊，纳玛夏这个纳玛夏啊、哦，纳玛夏发生一个奇迹啊，纳玛夏那边有民生二村还有民生一村，民生二村民生一村，所以他那个土石流啊，他不像他一个房子在这里，那个房子在这里，然后这边有很多房子，然后别的地方也有房子，还有另外这个地方有一个村庄，这里是一个我不晓得正确的位置了，反正就是一个是一村一个是二村啊，那这边这个应该是二村，然后那个土石流啊，哇，大批的这样下来啊，靠近佛堂三公尺就这么近哦，突然间兵分两路啊，然后旁边这边全部都那个土石流全部都洗刷干净，这下面呢整个村庄得到保全，为什么？这里边有一间佛堂，就在佛堂那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有，对啊，就在佛堂那里，整个得到保全，他一个村长带着所有的道亲来，带着所有的村民来求他，本来是他们是骂这个盘主说是背叛基督教，他们原住民是信基督教的嘛，背叛基督教，然后最后村长自己带着这些村民来求道，挂号求道啊，好像有几百个人求道，整个村庄都求道了。我看有多少人求道，我看看，396名原住民求道。然后坛主的儿子在水灾前几天呢、啊，耳边一直听到有那个铃啊，就是原住民有那种祖铃嘛，在那边耳朵叫啊，说哇，你们信家里边拜的那个神好伟大，我们都要听他的话，一直叫我们要筑围墙，还要挖水沟啊。啊，我们忙得不得了啊，你们要回来帮忙啊。所以他们那些祖灵都事先都在做防范啊，这个都是无形的，这个沟渠都已经挖好了，要保护。所以你看，这就是共善业啊，那大共恶业形成的时候，只有共善业的人呢得到保全，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圆的空难，在1998年的时候，有一辆华航的飞机啊，坠落在这个东正机场的后方，大家知道吗？这个事情对不对？整片的民宅全部毁了嘛。啊，有一间佛堂叫聚德佛堂，它存留下来，然后附近全部一片火海，所有电话全部停线，只有那间佛堂电话都还没有断，哎，这奇怪了。那佛堂变成阎罗站，然后那个佛堂呢，附近有个邻居叫做杨富，这个杨富啊，那个佛堂在那边设了很多年，他都叫他来求道，他都不肯求，一直到半年前呢、啊，一个命理师跟他讲说他大劫难逃，说他明年有个劫难，恐怕逃不了。所以他就赶快去求道，求道以后为了要消这个劫难，每天去佛堂献香，然后他每天早上啊八点多的时候，就是坐在他那个电视机前面啊看电视，坐在那个摇椅上面看电视，跟我爸爸一样坐在那边看电视，固定的时间，结果那个飞机下来的时候刚好就是他看电视的时间，可是他那天心血来潮啊，突然间说要想要跑到佛堂去问气象啊，然后又问那个坛主气象，莫名其妙的，那
结果他正在问气象的时候，飞机掉下来了，啊，就他家整个就毁掉了，他就逃过一劫，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所以他应该是在那个共业里面，就是他逃过了。所以像这种例子非常的多了，随便举几个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箱型车翻覆的事情，对不对？他分明有求道也在参半，为什么大劫难逃？好，这就有三种因素，三种因素造成你虽然有在共修共办，但是却大劫难逃。第一种就是求假道修假道，求错道了，修错道了。所以说当这种灾劫发生在道心身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的，他为什么躲修道躲不了劫难，那就是说他修的这个道的道场是不是有正确的天命，是不是是走火入魔的假祖师的道场。这道场很多，刚才后学才上课以前才听领导讲师还拿那个两本书给后学啊，也是自称祖师的非常的多，他们也是在修道啊，也说是传的是一贯道啊，对不对？所以如果碰到这种修假道的，那要说他在道场也吃素啊，也行善布施啊，有没有功德呢？有福德没有功德，不能说他没有功德，有福德。那福德啊可以带给福报，但是他的功德不足以消这种共业，不能说他没有功德，不能说他没有都白做了，不是的。但是呢消不了这么大的共业，就是这样，消不了这么大的共业。尤其呢你如果渡人来求假道，他以为自己可以超生了死，他的九玄七祖全部落空了，全部落空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叫误人会命啊，这个是有业力的，所以功过相抵。他虽然行善布施啦，也吃素啦，可是呢误人会命，耽误人的会命，这个功和过就相抵掉了，抵消掉了。那还有什么？他修的是真的道没错，可是在道场里面行恶的，在有真天命的真道的道场里面行恶，行为不检点啊，自己造恶啊，这是一个问题。男女不清，钱财不清，圣凡不清，兴风作浪，危害道场，破和合生。虽然你在道场里面修办了、可是你对道场的正面的影响小于负面的影响，那也是功业难逃，也是逃不了灾劫的，甚至引发什么社会新闻事件的，对于我们整个道场的形象产生这种破坏，那这个是逃不了功业的。还有一种真道场修真道，真心修办的，但是还是在劫难逃的，这种是啊不简单，这种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出师必要里面讲的什么习考，有习考。这种人呢就是叫做什么，道家里面叫做冰解，道家有一种解脱法叫冰解，刀冰啊，像道场很多前辈甚至被枪毙了啊，这都属于冰解。包括我们的这个潘公道长，对不对？这是属于冰劫。那突然间大难啊，大灾难啊等等的，突然间就顶劫了，或者说顶劫。那有的人他性格里面就是这样子，他不要那样子慢慢拖磨，他就痛痛快快的要消罪业，一次消，一次消，那一下就全部消掉了，前世罪业一下就消掉了，痛快解脱。像这种大部分是怎么样？其实我们道场很多这种人哦，就是前世都是当军人的。有造杀业，所以道亲很多是军人出身哦，包括我们祖师也军人出身，像后学道场的前人、老前人，还有现在的领导前人，都是军人，都是军人出身的。那以前十七代祖师也军人出身的，那军人有这种特质，具有道亲的特质。军人都怎么样？忠诚勇敢，有没有？道亲很多这种个性啊，忠诚勇敢。我在想我们黄鼎来师可能就是军人出身，对，忠诚勇敢，而且可以过很烂的生活，对不对？干粮啊，军队都是干粮嘛，行军打仗嘛，对不对？住在行军床，住在帐篷，什么烂生活都可以过，然后一出去打仗可能就是好多年啊，在沙场上好多年，对不对？忠诚勇敢，简单朴素，对，可以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这种有这种个性的人哦，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冰劫、顶劫这样选择，所以要去研究啊，这些人是不是他具有这种特质
也许我们说的那一车子那些道亲，你去研究他们，搞不好就是具有这种特质的人，就很爽快的，很阿萨里的，很豪爽的，说打就打。有一首有一首军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就是像这种，这叫兵解，这叫宁可马革裹尸还呐、啊，也不愿意缠绵病榻死。你也不要死在床上，要马革裹尸。出去办道修道的时候，哇，因公殉职，太好了，直接回天脚趾啊，这边碰一下就到天上了，就坐在这个莲花宝殿上了。对，也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要说那些都是坏事啊，不一定的。你要去研究，就是三，就是修办道还脱不了共业的，有不好的，就那两点，修假道啦，还有在道场里面行恶的。有好的，更好的，最好的就是兵劫顶劫的，兵劫顶劫的，像这种，所以上天最喜劫烈之气啊，像这种就是阴烈之人啊，阴烈之气啊，这个阴烈之气哦，直接就升天了，脱壳飞升，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炼丹打坐啦，也不用终日练神光了，当下就神光冲斗牛啊，当下一道神光就出去了。你练了一辈子还不如他那一下子啊，就是随时随地，就孔子就是希望他的弟子这样子，他告诉说自是不忘在抠货，你们这些志于道啊行道之人，永远随时准备说死在抠货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阴烈之气，直接超生，所有的业障全部消除。因为我们术士真的不晓得造多少罪业，像我自己相信我三种人一定都当过，渔夫、猎人、军人，这三种我一定都当过，所以我会怎么死还真不晓得。对，我真的不喜欢死在病榻上啊。所以这种道心呢、啊，忠肝义胆，忠肝义胆，说吃素就吃素的，那这种的，供家财，好啊，家财就家财，对不对？说哎，出国开荒就出国开荒了，说放下就放下，对不对？那不犹豫的，就算犹豫也是想一下就过去了，啊，我想一下，好了好了好了。这是军人才这种特质啊，所以说呢，这种性格豪迈的道亲啊，如果让他们缠绵病榻慢慢折磨啊，那么还对他们来讲比这因公殉职啊，死于横祸啊，那还要痛苦的太多了。所以说这种道亲啊，死于劫难是死得其所，那我们在旁边百思不解啊，怨天叹息啊，他们在天之灵啊逍遥自在，笑我们太执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修道人不要在乎生死，修道一定可以躲过所有的灾劫吗？老实讲，应该有 99%， 但不是 100%， 不是 100% 的。所以说连释迦牟尼佛也好，孔子也好，那颜渊、他也是早死啊。这些伟大的圣人都没有跟我们讲说，诶，你修道一定就可以平安长寿一辈子的，没有。最重要的是仰不坐于天，仰不愧于天，俯不坐于人，顶天立地，没有要你求健康长寿的。所以要修道的目的不是为了脱劫避难消灾祈福啊，这只是修道的第一步而已，要能够超脱生死，要明心性了生死，不在乎生死，这才是修道的结果，最主要死得其所嘛。老实讲啊，真的是在办道的过程之中死了，对不对？那就太值得了啊，那就跟军人死在沙场上一样嘛，马革裹尸而还啊，多壮烈啊。所以为了修道办道而死，在这个过程中捐躯的话，那是最神圣的死法了，就跟耶稣一样嘛，最神圣的死法。好，最后来回答这个修道人是不是没有人生，就是这个道亲在问的嘛。所以在道场里面修道很辛苦啊，当基督徒轻松啊，坐在那边听读经吗？牧师也不用自己读啊，牧师就告诉你翻开第几章第几页啊，第几节，我们来讲一讲，然后和尚叔跟我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就好了，就回去了。一个礼拜一次叫做礼拜，有没有听过？那就是要捐钱呐、他们要布施啊，那你布施多少他也管不着你，那他们的神职人员是独立的，那牧师归牧师，一般的信徒就是做信徒就好。但是我们道亲就不同了，对不对？道亲我们要学佛归礼节。要开法会，要讲经，要修讲修学讲办都要，修道学道讲道办道修学讲办都要精通，
还不能都会而已，都要精通，精益求精，永无止境。然后而且自己还有事业家庭要照顾。那信基督教的话，就是只是一个礼拜到教堂去聚会一次就好了，啊，你也不用承担任何的事情，那些事情教堂里面都有神职人员在承担。信佛教也很好，对不对？信佛教你到佛教去也是就是去参加法会听讲嘛，啊，最多就是这样子。然后那里面出家人比丘啦、比丘尼，那些庙里面的工作都是他们在做的。我们去那边最多就是倒卡丘娘，不用负担责任的啦，不用负担责任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和教门不同的地方。教门的信徒啊，他们就是信仰嘛，然后祈福消灾。然后我们道心的修办的目标是要成圣成贤，而且都要成为神职人员，不只是信徒。信仰一般宗教你可以做个信徒，你不必做圣贤，做信徒就好了。你不用担负传道的责任，传道的责任有专业的人在负责。我们都要担的，我们只要做圣贤就要传道啊，就要负责传道，传道救人，传道救世，不只是传道救人，要传道救世，传道抢救地球，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了。所以说我们要问自己啊，你愿不愿意成为神职人员？这是第一个要问，你要做信徒还是做神职人员？道心你也可以选择做信徒啊，你可以选择做信徒，但是要问清楚啊，你要做圣贤还是做凡夫？你要做信徒还是做神职人员？还是做天使，上天的使者？神职人员简单的说就叫天力，叫天爵，有天爵有人爵，你要选择哪一个？你要选择人间荣华富贵的人爵呢，还是选择呢替上天办事的天爵？所以这是我们修道呢第一步要想清楚的。所以道心只要你愿意参办啊，那都是要肩负传道救众生、度化众生使命的神职人员、天力，不只是信徒。这就是我们身为一贯道的信仰啊，比其他宗教徒要比较辛苦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是光来享受仙佛菩萨的保佑而已，我们要荷担如来家业。所以修道如果没有使命感的人啊，很难修得下去，很难修得下去。那所有的基督教、佛教、回教啦，这些他们有神职人员，但那都是专业的，都是专业。不管是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教士、修女，那都是神职人员，他们都是专业投入的。出家人就比丘、比丘尼、法师、禅师，这些都是神职人员。那我们道心都圣凡兼修，我们也没有领薪水的，发心奉献的。所以说你要问自己，愿不愿意成为神职人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如果你修道就没有一般世俗人的那种人生的享乐悠闲，你愿不愿意？你还要不要修？你就是人生苦短的，无常迅速，这么短的时间，我是不是全心全意的来担任一个天力？我要享受的是天爵，不是人爵，你愿不愿意？道场我们成全道心啊，你看基督教、佛教都不用亲口的，对不对？天主教、回教，甚至连佛教都不用亲口。我们道心，你做道场十年八年，你还没亲口，还像个道心吗？这种道心只有我那里有。一般我们天地道场说，天天来参观参十年八年没有亲口的，我那边还有参班参了十几年还没求道的都有，哎，更不要说亲口的。所以，但是我们道场是这样子，你进入道场就开始要成全你，然后要怎么样？亲口。不只是亲口，学礼节，当办事员，最后要设坛，最后还要开荒下种，一步一步节节高升，节节高升，最后可能有机会领天命传道。从上到下，每一位道心都是神职人员，而且都是无己职的，非但无己职，还要捐献，这就是难为而能为啊！这是对世人来讲，想想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对，没有薪水的，没有薪水还要这个牺牲奉献，然后呢所做的事情一层一层的比一层的深入，负担越来越重啊，负担越来越重，就是把你看得起你，把你当圣贤在雕琢，可以让你承担责任。世间的人连要承担自己家庭的责任都不愿意，当子女的责任都不愿意承担，对不对？现在你非但说你要承担家庭的责任，你还要承担道场的责任，这是很不容易的哦。
但是你有没有那个发心？你只要有那个发心，你就有那个力量，就有那个力量。愿力愿力嘛，有愿就有力啊。天道无亲啊，唯与善人，能有善愿，天必成之。上天一定会让你有力量可以成就。所以说要看清这个事实，道亲都是神职人员。然后紧追着这个事实来的是另外一个事实，修道半道确实无法享受人生，要承担很多责任啊，对不对？不只对自己家庭有责任，对这些道亲后学，对整个道场，对上天啊，真的就像那个谁讲的，张载说的什么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这个四句真言就是我们道心的写照。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会抱怨说修道没有人生，没有休闲，没有娱乐，都是在哪一种道场知道吗？到道务繁忙兴盛的道场。像后学这边的道场，好多人都不修不办的，不办道的。我最近带着好几位坛主去拜访一位已经好多年没办到的点传师，我好高兴哦！上来他就已经准备好了，黑板都准备好了，要大讲了啊！那想要讲道没地方讲啊，我们送上门就一年给他讲一次，想要承担都没有办法，因为没有道务可以办嘛。所以说呢，会抱怨的都是道务兴盛繁忙的道场，像宝光建德就是兴盛繁忙。那道心进来以后，又被推上修办的整体运作，参班度人，办道社团开荒，然后人生呢就从多彩多姿变得枯燥乏味，他妈加菜啊！像我听一位道心讲说，都吃素的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呢？那还是个博士，他也吃素啦。他说自从我吃素以后，发现人生没什么快乐了，彩色就变成黑白的了，喝酒变成喝茶。所以说属于凡人的快乐越来越远，只剩下修道半道，剩下这个了，剩下修道和半道。但是问题是你老是回头啊，你身体这样子走，他的头是往回看的，看人家哇他轻伤他主灾他后面啊，对不对？下了班就在享受人生啊，我们还在道场下，你们都在这里，对不对？都在这里，有什么电视啦、电脑啦、电影啊，都没得看，对，吃喝玩乐都到夜店去玩的 ，KTV 去唱歌的，对不对？唱完歌再到夜店消磨，消磨到两三点才回家睡觉。啊，很多我们道心有时候还会回头看呐、啊，啊，为什么人家这样过日子，我这样过日子？那个凡人呐、啊，你没有修道，你没有供善业，你这是土石流来的时候你怎么躲啊？生命的土石流随时都会来的。躲都躲不了，在劫难逃啊！所以像那个这个领导经理转述，就是我们大德林前人讲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新加坡有一位坛主，新马的佛堂都是他设计建筑，他开建设公司的嘛。那可是很少跑道场啊，没有办法，他忙啊，啊事业做那么好，没有时间修办他自己的人生啊，他自己有自己的人生。那我们都是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捐献给道场。然后呢突然间有一次在工地啊，那个电梯故障啊，从三楼痛掉下来，脊椎震伤的有瘫痪，全身瘫痪不能动，怎么医都医不好，再有钱也医不好，土石流来了，冲到家里来了，对不对？业力现前了。后来前人就是跟他讲说，你的姻缘那么好，这个事业做这么好，做这么大，认识人这么多，家里佛堂根本就几乎没在办道，你赶快渡人办道吧。他躺在那边不能动，一样渡三千多人求道，马上不药而愈就好了，现在站起来了，拔照了，马上不药而愈。所以说呢，你如果说是从修道的角度来看呢、啊，能够身在道务弘展的道场参加修办是一种难得的福报啊。在道务萧条的道场啊，要想要成为修办人才啊，想要行功了愿消业障，想要精进修道，不一定有机会呢。你想要替天行道，你还没有机会呢，还没有机会。你要替上天做事，上天要不要用你啊？对不对？多难的是机会啊！我们是帮上天做事，上天抠你啊，说来来来来帮忙打帮助道，
随便什么卑微的职位，你都觉得太值得了，太神气了。什么叫神气？这叫神气啊，对不对？啊，有神啊，做神的工作啊，这叫神职人员做神的工作。我们光会看那个哇，郭台铭呐、啊，要重用你，就觉得哇，好得意啊。这些人算什么啊？对不对？这些人算什么？这叫人觉嘛。就算你大小眼，也要真正是看清楚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啊。啊，还有比老母娘更大的吗？老母娘要用你，像在这种道务宏展的道场，哇，你要为被上天所用，机会多的是，只是你要不要而已。道务萧条的、啊，你想要被上天所用都没有办法。像我刚才讲的那位点燃师，好热诚哎，好想要办哦，可他道场的整个领导整个方向就是只修不办的嘛，所以说就哇很闷呐、啊，然后一天到晚在街上走来走去，看有机会讲道理的就讲。好，那虽然说呢，在这种道务繁忙的、清正繁忙的道场修道，那是一个成圣成贤的一个捷径。消真正的消灾啊，不是靠上天保佑，是你自己求人不如求己，你自己参与修办啊，那才真正的可以消灾祈福。不止消灾祈福，还可以超凡入圣。要不然你光是来祈福消灾的、啊，那个很有限的，那只能消得了一些什么小的罪业，大的罪业是消不了的。可是呢，如果说道心没有志向的，他只想说来拜拜啦，消灾祈福啦，求保佑啦，那你要成全他们修道办道啊，因为把他们吓跑了，就把他们吓跑了。所以求道者如牛毛啊，来修办道者那就像牛角一样少。我们刚才讲的100个人看门，有一两个人留下来，对不对？像后学在这边这么多年，我看都老面孔、新面孔没几个，新面孔没几个。为什么新面孔没几个？为什么你们以前也是新面孔变老面孔的啊？为什么这些年来越来越少？简单的说，你们没有修道很快乐，让人家不羡慕你们。对，你没有修得兴高采烈嘛，没有法乐现前嘛，才会让人家不羡慕啊。这是我们要有这种自我检讨啊。可是不管怎么样，连孔子都说啊，朽木不可雕也啊，粪土之强不可污也。有的人就是没办法雕琢的，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所以说道场还是有这种信徒型的，所以说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当然就会牢骚满腹。你硬信徒，你要把它变成天利啊，简单的说他是信徒，他不修不办，光信就好了。你要把它变成天利哦，就等于打鸭子上架，太勉强了。都是有这种人存在，所以说呢，真的是要把道心啊划分成为神职型和信徒型啊，这两种型大类型啊。所以说你愿意成为神职人员还是信徒，这是每一个道心进入道场啊要问自己的事情。你要成为天利还是信徒，要问清楚你这辈子是不是就当个信徒就好了。那老实讲，你也不需要来一贯道，一贯道神职人员太多了，你在这里你会觉得好像放牛班的学生到了升学班一样啊、怎么做都不对劲儿，对不对？你还是退回方牛班去好了，太规矩啊！大家都一样嘛，啊，都当信徒，能够身担天职啊。对于真正想要修道办道的道心来讲啊，真正要修真修实练的人呢、啊，他要能够身担天职，他是求之不得，因为替天行道哎，不是光修自己哦，替天行道，哇，天要用你哎，上天要用你啊。这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如果对于只想当信徒的道心来讲，那就是一个过重的负担了。所以不是每一个道心都有成为神职人员的志向啊。有些道心只是想来佛堂啊，找到一点其他的地方找不到的平安、宁静、保佑啊，就是这样，五百五波比嘛。除此之外呢，离开佛堂就是要过自己凡俗的人生，爱吃啦，爱睡啦，爱玩啦，爱漂亮啦，爱聊天啦。爱讲是非啦，爱八卦啦，谈情说爱啦，唱歌啦，就这些东西。他就人生的快乐就是这些，他还要保有这些东西，还要追求物欲啦、情欲，还要享受很多的声色犬马，追求娱乐。这就是所谓的一般的信徒，好像拜妈祖庙一样的。所以事实上我们道场里面呢、还是这些信徒还是要能够收纳啦。你就是这种人嘛，你就不是那个料嘛。那你就是在道场中，你只要认同支持，那么大型的法会啦，愿意来参加啊，初一十五呢回佛堂来拜拜，
啊，就这样子，也愿意说才师，他这种人大概就只能才师了啊，才师助道啊，道场还是要给这些信徒啊有一些生存的空间啊，那就是要了解这些道行，有的人真的不是那个料，没有办法成全起来，他硬把他放在那个位置就考道，他做不了道他还考道啊，但是是不是他都不是那个料呢？确定不是，不是的，一念之间就可以转变，完全还是道气，这个不是别人来衡量你的，你自己啊。后学有看过这样子啊，这种资质好的不得了的，博士级的，但是烦心很重的。但也有那种不认识字的凡夫俗子，他那个道念一出来哦，哎，马上就变成天地，马上就变成天地。所以这是一念之间呢、啊，就是我这辈子那么短，要选择怎么样的前途，要凡还是要圣？真正很精进的很慈悲的这个领导前辈啊，就是希望把每个道心都会推上去，就好像一个好的老师啊，他希望他的学生全部都走向升学啊，对不对，都能够考到好的学校，功课都能够推上去，那尽可能不放弃，当然有没有学生愿意自己被放弃的，然后希望呢这些道心呢能够这一辈子就是三件事，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我就觉得我对得起你了，把你推到最高点，不辜负天恩师德。那被成全的道亲呢、啊、如果你真的立志成为一个牺牲奉献的神职人员，你真的要活的是无常还是不朽，你要选择啊，无常的人生，苦中作乐，还是不朽，常乐我净，你看你要选择哪一个。你决定选择永恒的生命，决定选择天命而不是人命，那你心里就要准备了，即使压力大没有自己的生活，那也要无怨无悔。道场中这种人有啊，不是没有啊，一心向道，不在乎没有凡业，不在乎没有人生的道心，是不是有？有啊，一贯道之所以有能够有今天的规模，能够度那么多人，都是这种牺牲自己人生的道心啊办出来的，不是这样吗？对不对？秋闲人不是吗？圆觉大帝不是吗？显化大帝不是吗？这道就是靠牺牲，就靠这些人牺牲出来的。痴前人不是吗？都是的。临前人不是吗？现在对不对？全身是病，世界各国跑，不是吗？所以牺牲自己人，就是我们判断一个人，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人说话怎么样，学问怎么样，他的牺牲你要看他的牺牲，你不要看别的，不要说得很漂亮，学问很好，口才很好，能力很强，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道就是靠人牺牲出来的嘛。仙佛菩萨就是牺牲奉献嘛，圣贤就是懂得牺牲奉献嘛。人生这么短，能够牺牲奉献，成仙做佛，那是值得的。就连做生意的人，他们都会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了多赚一点钱，他们都觉得值得。何况是做仙佛菩萨呢？对不对？那种不肯牺牲自己的时间的人，是没办法成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啊，一个学者啊，任何甚至一个音乐家，他要想成就都要牺牲的，对不对？都要牺牲的啊，只是他们牺牲的是自己，他们追求的是私人的成就，牺牲的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我们修道人，我们不只是牺牲，我们奉献。这些人只是牺牲，他不奉献，可是为了要成功啊，他起码要牺牲，他要牺牲他的享受，这种人才会一天到晚去追求享受的人，永远不会成功，凡业都不会成功，不要说圣业了。那圣业不只是牺牲，还要奉献。我们牺牲什么呢？就是奉献，牺牲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奉献，奉献自己的身体，奉献自己的时间，奉献自己的金钱，奉献自己的头脑，奉献自己的一切的一切。那一旦接受了，我要做选择这条路了，再来就是压力的问题了。他说道场里的前贤、啊、都知道修道办道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不但自己舍身修办、啊、也成全后学们向这个方向前进，但就会有道心抱怨、啊、道务太忙，没有自己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是一贯道的神职人员，道务忙就应该高兴，就像一个业务员、啊、如果业务不忙那就麻烦了、啊、对不对？没有业务好做、啊、对不对？那就把这个心想想看嘛，业务忙就表示年终奖金多啊，对不对？表示薪水会提升啊，表示自己分到的股票和红利，像那个郭台铭他们越忙越好啊，是不是？前一阵子大家
工作闲得怕死啦、啊。为什么？那叫什么？休无薪假，有没有？去年啊，好多人休无薪假，休得怕死啦、啊。候选那边有道亲说，一个礼拜只要工作两天的，啊、他也没有开心呐、啊，对，那就表示人生完了，对不对？那你修道如果说一个礼拜只要出来两天一天的，完了，事业失败了，要倒闭了。所以越忙越好啊，啊，越忙越好。而且你忙的是值得啊，忙那个最多就是钱多一点嘛，大家还是忙得不亦乐乎，对。那忙这个是功德无量，什么叫功德无量啊？对不对？忙那个功德无量啊，你没办法累计的，没办法想象的，业障不断的消除，功德不断的增加。不可思议啊，你在创造一个天堂哎、欸，你这个忙是在创造千真万确，你在创造天堂，在创造仙佛菩萨，难道不值得吗？所以说同样是修半道啊，不同的道场压力不同，道务繁忙的道场压力大，行功机会多，小道场的压力小，缺少整体运作，行功机会少，很容易就虚度一生啊，错失了超凡入圣成道的机会啊。其实修道啊很简单，就是破我执。破我执不是在那边读经阅典，觉得自己很多假祖师都是自己觉得自己修得好棒啊，头脑很好啊，啊能言善道啊。真正啊要破我执，唯一的办法啊，时间已经到，我就讲最后一句话。玄奘大师啊，他是专门讲唯识学，他创立慈恩宗。慈恩宗就是什么？就是弥勒信念弥勒祖师的，专门讲弥勒祖师的唯识学的。唯识学的关键要摧毁这个我执。要怎么摧毁我执呢？无功用行才可以有恒久的摧毁我执。无功用行，不断的行功，但是不贪功，不断的行功不贪功，叫无为而为啊。无功用行，无为而为，不断的在摧毁我执，不断摧毁我执。我们道场的运作就是这样子啊，不断的行功，不断的行功，不贪功，做不完的事情，然后我执不断的摧毁，不断的摧毁，奔向成佛之路。好了，我们下课。好，大家晚安，请坐下。感谢天恩师德，我们领导点燃师慈悲，诸位点燃师慈悲，诸位贤贤，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讲43页是不是？忏悔品哦，从忏悔品开始讲哦。好，十大师见广韶啊，来一起念。这个一时啊，大师见到广韶啊、以及四方，广韶就是当地啊，还有各地方呢，四面八方来的这个士，就是讲这些知识分子啊、都是一些达官贵人，还有庶民一般百姓，都集结到。山中道场来听法，于是呢，他就升座，告诉众人说：“来，诸善之士，此事须从自性中起啊。这个此事呢，就是讲这个成佛的大事啊。那么成佛之事啊，
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本性中起，啊，见性才可以成佛，啊，见什么都不能成佛的，只有见到本性才能成佛。好像你种树，你必须要有那个树种啊，才会长出树来啊。你没有树这个，你没有种这个种子啊，你不管种什么东西，再怎么努力去耕耘、栽培，它是不会结果的。所以见性是成佛之因，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成佛嘛，就要成道。但是我们不见本性，老是见世间的恩爱名利啊，或者说是身体的健康啊，家庭啊，事业啦，学业啦，那就只能成就世间法而已，成不了佛的。所以要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啊。那要怎么样从自性中起呢？怎么样让这个菩提心啊能够发芽、明芽啊，开花结果呢？要一切时随时随地啊，不间断，念念自净其心。念念呢，都要自己清净自己的心，要看清楚啊，自己的心有没有贪婪啦、嫉妒啦、恐惧啦、愤怒啦、欲望啦。如果有的话，念念自净其心，好像脸脏了，赶快把它擦干净，就看得到脏了，赶快把它擦干净，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然后修正自己的行为，不能光说我心好就好了，你的言语行为啊都要修正。见自己法身，然后要看得到自己的法身，不要光看到肉身，要看到法身。肉身有生灭啊，法身是不生不灭的，涅槃法身要见得到。见得到法身，你就自然呢不忧不惧，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忧惧啊。忧愁恐惧，忧愁恐惧，人最大的忧愁恐惧，我们都想我为什么忧愁，为什么恐惧？其实所有忧愁恐惧的原因呢，就是生死轮回，就是生死轮回。生死就是两个极端，活着或者死，这样子一个对待呢，在人生中除了生死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祸福啊、吉凶啦、高低啦、大小啦、好坏啦，就是从这个生死这个两极出来的，生出一大堆的对待心出来，然后忧愁恐惧，然后我们会因为只见得到肉身，你见到肉身，肉身有个特质就是有生有死，它就有这种特质，它是从生到死，它是两极的，不是无极的，不是无极的。所以当你见到肉身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陷入这种两极对待。如果你见到法身的话，你就脱离两极对待，就没有忧愁恐惧了，所以说要见自己的法身。那我们传道就是传这个法身传这个法身，告诉你要见到法身，法身不生不灭，那法身在哪里呢？无所不在，唯一的实相肉身是暂时的，法身才是恒常的。所以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见到自己的心呢，就是佛，不要向外去找佛，你的心就是佛。
当你见到自己法身，不要一天到晚看到肉身，看到肉身就有这种受邀啦、生病啦、健康啦、美丑啦、胖瘦啦那么这时候就有很多的情绪出来因为一定的嘛，肉身就这种很难伺候的，你的肉身是很难伺候的好像一块猪肉一样，再怎么样它还是会臭掉的，是不是？越来越臭啊，它越来越不新鲜了。我们这次个肉身就是这样的，哪根肉身不是一直老一直坏掉所以很难伺候的，而且怎么弄它都不高兴，怎么弄都不高兴，是吧？怎么弄都不会满足所以心中就有很多的苦恼忧愁。如果你见到法身的话就不懂见到法身，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皆是法身都是不生不灭，要看到实相，那么你心中就不会有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情绪，于是你就看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本心本来清净，本不生灭，本无动摇，如如不动，光明无限，这个心呢就是佛。一般人看不到本心一般人看到的心就是一些烦恼心烦恼心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肉身，担忧这个肉身就会有烦恼心，一定是这样子的。不要光看到肉身肉身没什么好看的，它就是一个实现而已像衣服一样，久了就会坏掉的没什么好珍惜的，珍惜也没有用衣服的持久性，衣服还好照顾一点身体那是没办法的，使用率太高所以说要见自心佛见到自心即是佛，自心等佛，自度自戒，使得不假道此自己度自己，自己戒律自己然后呢才不会白白到这里一趟，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可各个胡贵先未传自性五身五分法身香，赐受无相忏悔。胡贵就是高贵之，就像我们跪在佛前平心静气看佛灯传三宝，就是叫胡贵那现在祖师呢要来传这个，先传自性五分法身香，要烧五柱香那这五柱香呢，献香五柱，简单的说像我们要请坛要献香五柱先献香五柱，拿五柱香呢我们来念四月一戒香，看看祖师他所献的这五柱香。第一柱香呢戒香
极致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今天我们持戒啊，最重要的是要戒律你的心念啊，不是光我嘴巴不说啊，啊，然后不去做就好了。有时候心中呢恶念大作，所以就会很痛苦。人最大的痛苦就来自于心中有很多的坏念头啊，发出来也不行，吞下去也吞不下去啊，在里面闷烧，好像火在一个这个房子里面烧一样，闷烧一样啊，闷在里面烧啊，非常的苦恼，热度很高啊。所以说呢，要戒自己的心啊，然后要问自己的心呢、啊、有没有非啊，这个非就是是非心，一天到晚在想谁对谁错啊，这是第一个是非心。大部分人心中就是有这个是非心啊，想对错是非，想先生太太，想小孩子，甚至在想道场坛主啦、点传师啦、道亲啦啊，一大堆的事，甚至社会啊、国家政府党派，很多的是非心。是非心有时候我们喜欢讲是非啊，是非啊，想着想着就变成恶念，就会变成恶念，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想久以后呢，就会有一种恶，简单的说就是厌恶，厌恶之心就会出来。我们人往往都是起的厌恶之心啊，因为你有是非心，你再来你就会厌恶，讨厌你认为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事、不好的人、不好的行为。厌恶不能改变事情，厌恶只会污染你的心情啊。我发现很多人对好多人啊、事啊、环境因缘啊都充满了厌恶啊。那厌恶就是来自于这个非，是非心啊。我们一般人讲说要明辨是非啊，是啊，明辨是非，明辨是非呢，想是非想久以后就起厌恶之心，一定是这样。是非心很强的人呢、啊，厌恶心就时常跟随着他啊，厌恶之心就会跟随着他，厌恶心就会破坏你心的品质，就好像你的手姿势不对就会酸呐、啊，对，你的脚姿势不对就会麻，姿势错误的心不能常常有厌恶之心。人呢、啊、有一点不会自我检讨就是厌恶，就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嘛，我讨厌嘛，我讨厌这种行为，我讨厌这个人，对，我理直气壮。不能说你讨厌他是错的，认为哦他那么坏我不能讨厌他，但是讨厌的本身会损害到自己的心的品质，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就会让你的心很容易产生什么嫉妒啊、贪嗔还有劫害啊，产生这些不好的一种情绪啊。第一个就是嫉妒啊，嫉妒心就是哎，看到人家好会羡慕会嫉妒，不只是羡慕呢，会嫉妒啊。这嫉妒就比羡慕糟糕了啊，这嫉妒就是说好像见不得别人好啊，见不得别人好，看到别人好就眼红啊，这叫嫉妒。然后贪婪嗔恨啊，有贪心嗔恨心。再来呢，不只是光想想而已啊，甚至要去呢伤害别人、攻击别人、抢夺别人，把别人好的东西给他争夺过来，叫劫害。这都是恶心呐、啊，啊，很坏的心。那这些心都是从这边是非啊、好恶来的，是非好恶来的啊。有是非就有好恶嘛，就我喜欢我厌恶，尤其是恶啊、厌恶之心啊，就会产生这种嫉妒、贪嗔、劫害。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心啊，要知道那种嫉妒心、愤恨的心、破坏的心、伤害心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个厌恶来的。大部分人都心中时常充满了厌恶，小孩子就会说我讨厌讨厌，习惯这样说，然后就开始呢破坏你的心
破坏你的心的这个执啊。那厌恶之心就是从这个是非心来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自我检讨，要戒，尤其要从这个心中无非开始戒起，然后要问自己是不是时常有厌恶之心。我们一般嫉妒、愤怒、仇恨、伤害，这个我们会自我检讨，这是错的。但是厌恶你不会去检讨，是非你也不会去检讨，但是那个是根本，是非和厌恶这是根本，这是其他一切恶念的树根，树根在里面看不到啊，但是在地底下看不到啊，但是整棵树都是因为那个树根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叫做戒香，所以我们要持戒，就要想想看你平常心里在想些什么，你常常起的念头是什么。定香即堵住善恶镜像，自心不乱，名定香。所以戒香戒了以后呢，再来就要经得起考验呢，面对善恶镜像，善相恶相，这个外境啊，善境恶境啊，自心不乱。一般人就是看到环境，看到人事物有善有恶，心中就起是非，起好恶，所以心就乱了。所以要有定力，不能光知道说啊，不是说我起了是非心，我把它去除，最好能够不起，能够不起啊。第一个戒香是已经起来的，我要让它消失啊。第二个定香是能够不起，不要起这些是非好恶之心，尤其是是非心，堵诸善恶镜像啊，会乱就是起了是非心，这个是那个非。这个好那个不好而且认为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明辨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你要搞清楚心就乱了，因为善恶镜像没有绝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没有定论的了，没有定论的永远都是祸福相倚的善恶杂陈的，一定是这样子，世间的真理就是这样，实相就是不恶不恶就是像太极一样，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会说只有一边的阴只有阴，阳就是只有阳的，没有，一定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一定是这样子，而且是平等的阴中之阳虽然小，表面上啊看到的是阴，它在里面是核心，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太极啊，最核心的那一点，最有力量的那一点阴的里面有一颗阳，阳的里面有一颗阴，所以这个力量是平等的所以像生病我们说生病就是恶相，对不对？像生病里面有很大的善有很大的善，生病呢可以消业障可以让你停止一切的追逐，人在生了重病的时候呢才会开始回归本来啊，才不会想我要追求这个我要追求那个所以生病好像是恶的，但恶中有善，所以不要去分别，自心不乱，要定向。当你知道你认为所有的坏里面都有好的时候，你认为所有的好里面都有坏的时候，你就不会起什么好恶之心，自然就不会起好恶之心我们人就是因为认定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截然划分，所以才会起好恶之心如果你发现善恶平等的时候，就不会起好恶之心，不起好恶之心就不会有嫉妒贪嗔劫害心就不会乱掉，这叫定香那么第三炷香所以像我们烧香的时候，就要像六祖慧能一样，我们自己没这个能耐，香插下去明明上帝现香五柱，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每现一炷香心里就要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再插第二炷香
独诸善恶镜像，自心不乱，心要定下来啊。第一炷香静，第二炷香要定啊，要定心要定下来啊，不要受环境的影响，不要受外界的影响啊，定下来。对，第一步就是把我心中已经生出来的坏念头，上天赐我没有能力啊，要靠这个香来熏呐、啊，靠这个佛的香来熏呐、啊，啊，这叫法身香嘛，啊，法身香来熏，所以香插下去，啊，这个香一往内熏呐、啊，哎，我心中的啊不好的东西全部戒除了，所以烧香很重要的啊。然后第二炷香一插，心定下来了，啊，看到外面的善恶镜像啊，心不会乱掉，方寸不会乱掉。那第三炷香一插下去，自心无碍呀、啊，对吧？慧香啊，智慧之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自心无碍啊？我们的心呢，为什么会有障碍？向外看就有障碍啊，要用智慧来观照自性，不要向外去观什么善恶镜像。真正智慧呢，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本性，本性是光明的、不动的、如如不动的啊，自在的。所以看到自己的本性，不生不死的啊，不要光看到肉身有生有死啊，有胖有瘦，有美有丑，不要光看到外界。啊，有善有恶，有祸有福，有贫贱有富贵，啊，这都是没有智慧，落入二分法就没有智慧。用智慧观照自性，自性是什么？不恶，不恶之性即是佛性，啊。所以观照自性的人呢、啊，自然不会造诸恶，不造诸恶。你见境就一定起好恶之心，就每下欲况，一定是这样。见性之人呢、啊，不会起恶心，不会起恶心啊。就好像你摸冰是不会热，不会有热的感觉的，对不对？冰是凉的，只有凉的感觉，它里面没有热。你摸火不会有冰的感觉啊，因为火里面没有冰啊，没有凉啊，没有冰凉啊啊。所以自性它有一个特质是没有恶的啊，所以自然就不会造诸恶，不会起恶念，不会开恶口，不会有恶行，而不是说起了恶念以后再去压制它。一般人都是这样，他没有用智慧观照自性，所以常起恶念，常开恶口，常造恶业啊。所以起了恶念呢，就要消灭恶念，开了恶口呢，啊，就要忏悔。然后造了恶业呢，那不是忏悔可以解决的，要还债的，要清还宿债啊，啊，所以太麻烦了。所以要用智慧来观照自性，就不会造诸恶，啊。一般人都是这样，心中恶念起来，然后再想办法去压制它、消除它，啊，非常苦恼。就很辛苦啊，修行会变得很辛苦。没有观照自性啊，也可以修啊，但修得很辛苦啊，因为你的身口意啊，都还在造恶。只是一般人造恶呢，就放纵自己去造恶了，而修行人会压制他，对抗他啊。虽修众善，心不执着啊，不造诸恶，然后修众善，做很多的好事。心也不会执着功德，啊，心不执着。一般人做好事就会想有什么好报啊，啊，你如果是常常以智慧观照自性的话，你做什么好事啊，都是自然的。我除了做好事，我还要做什么？啊，都自然，顺其自然。你不会想说我做这些好事要得好报，会想要得好报，就是因为做的不自然，做的辛苦。应该做好事的本身就是好报了，这很快乐啊，好像鱼在水里面游泳啊，鱼会问吗？你让我在水里面游，我会得到什么好报吗？对不对？你在水里面游就是好报了，对不对？好像鼻子呼吸到空气了，好像
小孩子跟妈妈讲，我吸一口空气，你给我什么赏赐呢？啊，有什么好处呢？对，吸空气就是好处了嘛，是不是？肚子饿了吃到饭了，那就是好处了嘛，哪需要功德？本身就是功德，造善本身就是功德，其乐无比的嘛。啊，一般人为什么造善不觉得快乐？啊，就是因为心中有恶念，心中有恶念，心中有贪嗔痴慢，所以他造善他是不觉得快乐，造得很辛苦，啊，修善呢很辛苦，所以他才想要说要得到代价啊。就像一个小孩子读书读得很痛苦，他就想说我读书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啊？如果他本身以读书为乐的人，他哪需要呢？哪需要你赏赐他呢？不需要。要怎么样修众善，以此为乐呢？就是要观照自性，不造诸恶啊。那我们修什么众善呢？什么叫修善呢？静上念下，心绪孤品啊，这些还需要好报吗？不需要的，这些本身做起来就很愉快了。就像我们说的如鱼得水，好像鸟在天空飞一样，鸟就是要在天上飞嘛。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人要做的事情就是静上念下，对上面的人我们尊敬他啊，你的父母，你的尊长，你的哥哥姐姐，还有什么道场里面的前辈，社会上的一些长官，对，我们尊敬他，我们不一定说事事顺从他，但是我们恭敬，不要对上面的人傲慢无礼啊，恭敬。对下面的人呢，念眷念啊，眷念他们，要念一下，常常念着他们啊，哎呀，这个很乖巧的啊，很勤劳的，很本分的，我们念的啊，让我们起了善念，觉得很欣慰的感觉啊。那么这种走入歧途的，我们念着他，哎呀，怎么样把他救回来啊？怎么样帮助他啊？愚昧的，我们怎么样启发他？就要念一下啊。贪心的、愤怒的，我们怎么样去劝导他啊？教导他，就要敬上念下。我们就是一个上下的关系嘛，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嘛，啊，一个上一个下，对不对？我们在中间嘛，每个人上面都有尊长，下面呢都有晚辈嘛，上有长辈，下有晚辈，面对长辈就是尊敬。啊，你不要想去教导长辈啦，等等的，你尊敬为主，啊，尊敬为主，不要让长辈觉得这个年轻人看不起我，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是尊敬。有时候长辈无理啊，要你顺从他，也不见要听从，但是不用说起一些忤逆冲突啦，等等的，就让人家觉得，让长辈觉得，哎，这个年轻人，啊，很有礼貌，尊敬我，不管你有没有理嘛。就是尊敬的感觉啊，还有念下啊，对下面的人呢我们很慈悲啊，眷念着他，心绪孤贫啊，然后同情体恤啊这些孤独的贫穷的人啊，孤贫之人，这个就是智慧啊。真正的智慧不是拿脑筋里面的经典啊、哲学道理啊等等的，不是的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不起恶念啊，不起恶念，然后呢静上念下，心绪孤贫，没有叫你做什么，没有啊，啊，是用心的问题啊。这样子的心呢，它是同情心、柔软心、尊敬心啊，那么这个关爱的心啊，这个就是有智慧的心啊，这就叫本心嘛。人的本心就是这样，这个没什么好求功德的，心处于这种状况就是最愉快的状况，就好像眼睛很亮啊，没有近视眼、远视眼、老花眼、飞蚊症，什么都没有，白内障、青光眼，很健康的眼睛啊，自在无碍。耳朵啊，没有耳鸣啦、啊，没有耳塞啦、啊，啊，什么都没有，什么听得很清楚，对不对？鼻子也没有鼻塞啊，哎，这不是很愉快吗？自在无碍吗？心也是一样。啊，心处于这种静上念下、心绪孤贫的状态，就是最佳状态。这个时候的心就会保持在一种
轻松快乐的状态，安然自在，啊，这是良心，这是属于良心，啊，就好像我们的器官都属于最健康的状态一样，这时候就会充满了智慧，啊，充满了智慧，心在这种状态之下充满智慧，所以这是内行人，啊，他很清楚，啊，当你的心啊，处于这样子一个恭敬、关爱、同情、怜悯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是最好的。如果你处在相反的一种没有敬上啊，啊，就是这个傲慢啊，也没有念下，就自私啊，然后无情啊，没有矜蓄孤贫啊，无情。那处于这种状态的话呢，你心啊，你以为自己保护到自己都不用付出啊，因为自己不用付出啊，啊，事实上啊，中毒了，自己的心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最扭曲的状态，啊，就好像眼睛插了一把刀子一样，啊，不断的在流血，在受伤，在流血，苦恼的不得了啊，啊，那自以为自己占尽便宜了，啊，这就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的人就是会自作聪明，然后我们一般人会觉得敬上念下，矜蓄孤贫，哇，那不是一天到晚要付出了吗？啊，要委曲求全的吗？没有啊，你用心如是啊，你就会发现自己智慧广大，你就有的是办法去敬上念下，均序孤品啊，你就知道怎么样做得恰到好处啊，非但不会觉得辛劳，而且非常的自在啊，这就是智慧之香啊，插香的时候插下去，我要有智慧啊。什么是有智慧？观照自性啊，不是整天呢啊攀缘诸境啊，一般人心都是攀缘，攀缘境界看不到本性。那么本性你不懂什么是本性，敬上念下，矜蓄孤贫，这就是人的本性。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放在这里啊，自作聪明啊，事实上心处于这种状态是最佳的状态，好像水处于流动的状态，没有结冰一样，啊，用途最大，所以结了冰用途就小了，啊。四解脱香，好，第四炷香插下去，啊，这是解脱香，要解脱。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自己时常活在束缚之中，啊。我们觉得被家庭束缚，被一段感情束缚，被小孩子绑住了，被工作绑住了，啊，被社会绑住了。其实最大绑住我们的就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攀缘心，啊，这攀缘心，攀缘心就叫做什么？如蚕吐丝啊。好像蚕吐丝哦，自己把自己绑起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你的啊。一个君子啊，他在患难之中不会束缚，他面对死亡，他也不会被死亡绑住；他面对富贵不会被绑住，面对贫贱也不会被绑住，没有东西可以束缚得了他啊。谁束缚得了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无形无相啊，对不对？我们的心光明自在啊。广大智慧，广大灵感，谁束缚得了他？就算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你只有钉住他的身体啊，他的心在那一刹那呢，就充满了无量的光明，无量光，无量寿，永恒的生命，对吧？他的心的慈悲大爱完全没有受影响，越在苦难中呢，越彰显出来啊，所以心是不会被束缚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你的心啊。什么会束缚我们的心？自己束缚自己，啊，没有任何的外力可以束缚我们的心，啊，身体会受束缚，把你绑起来，但是心可以不受束缚。就算你是植物人，心还是可以飞扬的，飞扬自在的。就算你死了，比植物人更惨，死掉了，啊，完全不能动了。植物人也许手指头还会动一动，所以你死掉了，死掉的灵魂、灵性，束缚得住吗？会被烂在那个身体里面吗？不可能的啊！
所以说只要你这颗心无所攀缘，就解脱了，简单的说啊，就像你的手，你就一定要抓住一样东西，你就被这个东西束缚了，对不对？你明明可以放开，你可以自由抉择你要不要抓它嘛。你抓住这个，你就被它束缚住了。你说啊，这个毛巾束缚住我了，有没有人会这样说？所以我被毛巾束缚住了，人家一定会觉得你神经病嘛，你放开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攀缘，你攀附这些因缘。什么叫攀缘？所有一切的因缘呢，我们攀着不放。攀就是好像用攀来形容很好，攀就是什么绳索啊，好像在悬崖上啊抓着，我们以为我们抓住啊，一放手就完了，这个缘我们一放手我们就会粉身碎骨了。事实上不是，一放手才发现你离地只有一尺而已，呵呵，摔不死你的，反而脚踏实地了。什么老是抓住一些东西抓着不放，有人更严重的就变成什么，变成精神官能了。像我认识一位道亲啊，他还没有求道的时候家世很好，年轻帅气聪明才智，在澳洲读雪梨大学啊。那因为长得太漂亮了啊，那种脸跟奶油一样，那样奶油小生啊啊，前道，然后脸上突然间长一大堆斑啊，黑斑出来啊，就开始没办法接受了啊，就觉得说哇，这黑斑不除掉就死了算了，有那么严重吗？对不对？啊，可是他就是这种执着啊，啊，不行不行，就一直要去弄那些黑斑，结果擦药了，越弄越多，越弄越多，啊，痛苦的不得了，后来书都没办法读了，辍学了，啊，哎，后来求道了，吃素修行，回头来看自己当初为了一脸的黑斑呢，啊，那么大的痛苦，真是莫名其妙，可是当时可是真是很执着的。其实就像他执着黑斑，我们不会执着黑斑呐、啊，可是我们执着什么啊？事业啦、婚姻啦、爱情啦、子女啦，就像这样，好严重，好严重啊！甚至性命啊，啊，真是性命啊！啊，我得了重病，我要死了怎么办？真的死了，还发现解脱了，啊！所以只有你心去在乎，你就被他绑住了。事实上，这个心呢、啊，没有任何东西绑得住他，就像手啊。你不要抓，你一放开你就松了，就自由了，对不对？像眼睛，你非要看着那个，目不转睛，你可以不要看嘛，你可以转别的地方看。眼睛有自由性的，心也是一样，它有自由性在，没有东西可以绑得住心，啊，是你自己要不要攀缘的。所以说你无所攀缘，你不要去攀缘，你的心就解脱了，啊。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这叫做解脱相，啊！不要整天想什么好了，什么不好了，你就自然自在无碍。心的攀缘就这样，啊，抓得不放，对于好了坏了抓得不放，而且好的又得不到，啊，坏的又扫不掉，啊，又离不开，所以苦恼啊，苦恼得不得了。第四柱香解脱香，第五柱香解脱知见香，啊，自心无所攀缘呐、啊，心无所攀缘以后呢，是不是就整天头脑空空的，成空守寂呢？不是，不可以成空守寂，不可以整天沉默在空见里边啊，整天心呢寂静就好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了，相反的要广学多闻，啊。四字本心达诸佛理，就好像我刚才做的譬喻啊，你眼睛不要光看着这支粉笔嘛，你什么都可以看嘛，是不是？好，我不看粉笔，我不是什么都不看了，不是，而是什么都能看，对不对？不是说我不看它我就什么都不看了。手不要说你抓着毛巾不放嘛，你毛巾放下以后你是不是什么都不要抓了，怕了啊，一朝朝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我当初抓毛巾抓出问题，毛巾粘住手了，我以后杯子也不敢抓了，啊，这个有这种精神官能啊，啊，以前我就碰过啊，一个从小一起长大一个朋友啊，啊，他就是因为什么，他很好笑，他那个是怎么样啊？他就是啊，拔一个钢钉，当然他背后有一些心理背景啊，
在墙壁上面拔一个钢钉，啊，他去拔它，他很怕那个墙壁哦被破坏了，结果那个钢钉，你知道那种钢钉钉到墙壁，他，哎，怎么拔也拔不起来，后来钢钉断在里面了，那他非要把那个钉头拔出来，所以他把墙壁敲了一个大洞，去拔那个钢钉，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手啊抓到这些东西以后就会产生很大的困扰，啊。后来他就整个手就这样供着，也不能拿东西，也不能吃饭，到我家都这样吃，要到我们家，我们要请他吃饭，还要喂他，麻烦大了，他家里面受不了，他才跑到我们家来，然后也不能接触床，也不能接触地板，他带了一些报纸，要铺在地上，还有要别人帮他铺，然后他躺下去就这样躺，那起来以后要帮他把报纸包好，然后跟着他走，跟着他走，我们觉得很可笑。其实很多人的执着都像这样子啊，啊，以佛世界来看都像这么可笑，啊，只是说他是单一事件，我们是集体的。如果全部的人都像他这样子的话，那就不稀奇了，对吧？啊，还要跟着他，跟着他，然后他要回头说那个垃圾堆丢掉，啊，你赶快把它丢掉，啊，他又不回头，一直往前走，有些人是神经到这个程度，啊。那是突然间想到那个，所以像我们心无所攀缘呢，也不要成空守戒，不要说哎呀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能碰了，好像一碰就要黏住了，不是？你可以碰它，不要黏住就好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广学多闻啊，什么都可以学，什么都可以接触，什么人都可以接触，普度众生，广学多闻啊，因为你不会黏嘛。一般人不是啊，碰到什么就黏了。啊，就攀缘取舍啊，啊，所以说他能接触的越来越有限，所以我们会注意到我们攀缘心越来越重，所以随着年岁的增长，让你有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少，让你讨厌的东西越来越多，啊，人越来越讨厌，对不对？事情呢，好事越来越少，坏事越来越多，啊，所以反而生存的范围越来越狭窄，啊。如果你无所攀缘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自由了，啊，什么都可以接触，因为你不害怕，你不会黏住，啊，什么都可以接触，不会说碰到什么就被电到，因为你戴着这个绝缘的手套了，你手不用害怕，不会怕被电到了。所以，广学多闻，是自本心。广学多闻呢，更能够认识自己的本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本心呢，不是说我手悬，我守在这里，成空守寂啊。本心是无所不在的，啊，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即心即佛，即佛即世界，啊，法身遍满虚空。所以你遍学诸法，才发现处处都是本心，才可以真正的认识自己的心，啊，认识自己的心，这个人也是你的心。这个是山海大地虚空诸佛世界都是我们的心，唯心所造嘛。所以学的越多，对自己的心越认识的越清楚，认识越清楚啊，接触的人越多，对自己的心性认识的越清楚。所以说广学多闻可以视至本心，通达佛理啊，达诸佛理，所有的真理啊，诸佛所证之理啊，都可以通达啊，和光皆悟啊，然后收敛自己的光芒，去接引众生，啊，接触山河大地一切万事万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异啊！没有自我，也没有人我的界限啊！人我万物一切众生合同啊，无二无别，所以一直到证得菩提成佛，真性不异啊！自己的本性都不会改变，真性不异。啊，不易就是不改变的意思，真如本性都不会改变，这个叫做解脱知见相啊，啊，所以这是无住相啊，所以解脱啊，自己的心无所攀缘之后，反而呢知见，反而能知能见啊，所知所见都可以印证本心，通达诸佛之理。可以接引一切的众生，啊，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破一切相，成一切佛，啊。
这叫做解脱自见相。所以注意烧这五炷香，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啊，这五炷香我们每天献香的，献香五炷就献这五炷香啊。再来呢，要受无相忏悔啊，我们来一起念：今与汝等受无相忏悔。烧完这个五炷香以后啊，法身香以后呢，这五炷香烧了以后，法身就会现前啊，然后再来就要受无相忏悔啊。无相忏悔呢，简单的说，离一切相，就是真正的忏悔。我们人为什么会造种种的罪业，就是着相啊，就是着相，着一切相就造一切的恶业，离一切相就消一切的罪业，就这么单纯，所以叫做无相忏悔啊，离一切相啊，外面的外相内相啊，外相就是境界之相，内相就是我相啊，这都要离。这样子呢，就可以呢灭三世罪，灭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未来的罪，未来也不会造恶业，令得三业清净，自然身口意三业清净啊。那什么是无相忏悔？要怎么样子忏悔呢？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到啊，你们跟着我一起念，就像我们一起念什么愿忏文一样啊。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啊。第一个要忏的是什么？就是我的念。所以要真正忏悔，不是光说我以前说过什么错，说错什么话，我做错什么事的，最重要是念头，念头要照顾好啊，要了解自己所有恶业恶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起了恶念，不好的念头啊，念头是根本。那什么念头呢是最坏的念头？我们念头很多啊，啊，想人啊，想事啊，一大堆的念头啊，想过去、现在、担忧未来，到底什么念头是我们不能起的呢？我们不能说什么都不想嘛，啊，但是呢，你釜底抽薪呢，你要把有破坏性的念头先抓出来啊，就好像一群人里面躲着两三个坏蛋，啊，千面人躲在里面，啊，那你不能说一千个人都是坏蛋啊，对吧？要把一千个人里面躲的那个千面人给他抓出来，啊，要不然就是。这个杯弓蛇影啊，疑心重重啊，啊，所以不能说所有的念头通通都不要想，就是有特定的几个特别坏的念头要把它揪出来，啊，那些都是祸首啊，都是祸首。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愚迷啊，前念、今念、后念，从现在开始，每一个念头呢都不要掉到这个愚迷里边去。愚迷就是愚痴、迷惘，叫愚迷啊。我们愚痴什么？迷惘什么？人最大的愚痴啊，
就是呢，不认识自家宝藏，最大的愚痴，所以就迷惘了。我要到哪里去追求幸福？到哪里去追求快乐？到哪里去追求平安自在？不晓得自己活在乐园之中，不晓得我们活在什么大涅槃之中，啊，无上大涅槃呐、啊，原名常寂照啊。没有更好的大涅槃。什么叫涅槃？不生不灭。什么是不生不灭？就是无极理天，无极嘛，不落两端的、啊、无极理天就是大涅槃，圆满光明，极静常照，有大智慧大禅定。这个大涅槃，内在的禅定和智慧，外在的极乐世界已经送给你了。愚迷就愚迷在不觉啊，恍然不觉、啊、我们祖师不会骗我们的，您今受一子怎么样，飘飘在天堂啊，无有生何死啊，终日练神光，这就是大涅槃啊，对不对？你整天就是练神光而已啊，圆明极照啊，你做这件事就好了，其他都不用做了，终日练神光啊，啊，就是在神光之中啊，佛光普照之中啊，就够了。其他的都是什么迷惘、愚痴、愚昧，整天忙这个忙那个，辛劳的不得了，这叫愚迷啊，愚痴，不晓得自己已经飘飘在天堂，不晓得自己已经积德登云船，不晓得自己已经在云船之上了，是不是？传道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嘛，啊。我们在座我们诸位通通在无极理天哦，无极理天不是死了以后才去的哦，啊、哦，我们传道就是把你安错在无极理天的嘛，安错在无极理天、嗯、飘飘在天堂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哦，不是未来的事情哦，啊、哦，所以这叫愚迷，最大的愚迷就在这里。像释迦牟尼佛说的，无关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诸佛如来的智慧功德我们都具足，自己不觉，这个就叫什么愚迷，叫愚迷，最大的愚痴啊，最大的迷惘就在这里了。所以老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要想办法去追逐那些大家共同追逐的稀少的幸福啊，去争夺，追逐或者争夺，光追也就算了，还要争啊，啊，因为大家都要追一样的东西啊，像前几天什么金曲奖，对不对？那个两个男演唱人一起冲上台去抢，啊，听错名字了，冲上去抢。所以这是愚迷啊，要忏悔啊，忏悔我们呢，因为愚迷，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从前所有因为愚迷所造的种种的罪业啊，悉皆忏悔，一时消灭，愿一时消灭。我因为愚痴不懂啊，不晓得自家宝藏啊，所以不断的向外追求，甚至呢起了很多的恶念心机啊，要去争夺一些我本来拥有，比方说我要去跟人家抢一小块黄金，却不晓得自己啊拥有整个的黄金的屋子，我就住在黄金的屋子里面，我不晓得啊，所以这就是愚痴啊，就是很傻，怎么干这种傻事啊，干这种傻事啊，所以这叫愚痴，我们人很大的愚痴，这个是要自我检讨啊，要深深的去觉受，飘飘在天堂，啊，飞身来上岸，已经飞身来上岸哦，
啊，已经跳出苦海渊哦，今得此一着跳出苦海渊哦，不是未来跳出苦海渊哦，这一着当下就是跳出苦海渊哦。啊，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愚痴，简单的说，就是愚痴，没有别的，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愚昧，没有感觉。就像父母亲对小孩子很好，父母亲很爱他，小孩子说我不觉得，我不觉得父母亲爱我，我最恨他，啊，我大长大我要离家出走，是不是？那不是代表父母亲不爱他，是他自己不觉得，是他自己不觉得，啊，就像我们在道场也是啊，啊，这次后学回台北去，才有一个高中老师，后学那边的道亲，他在讲说。哦，他参加这个三宝修持班，然后可以安定他的身心。他说有时候久了就不觉得了，啊，久了就习惯成自然，就觉得哎呀，我还要去参班，好像增加一个负担，因为他要教书嘛，他就要排课啊，要排出时间去参加。他说，可是只要说一次就觉得不太对劲，两次没来哦就不行了，两次没有来佛堂修一修三宝修持哦。身心就开始崩解了，啊，问题百出了，啊，经不起考验的了，啊，碰到一点冲突摩擦啦，家庭的啦，学校的啦，同事的啦，小孩子的啦，先生的啦，就那种恶情绪就会出来了。所以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啊，自己恍然不觉。那我们现在真正最不觉的就是什么？飘飘在天堂这点我们不觉，不信嘛，对不对？名师指点告诉我们很清楚啊，我们不信。怎么会呢？我没有啊，没有这种感觉啊，啊，你没有感觉，你要去感觉啊，好像中风的人一样啊，你刺他说没感觉，你要想办法去感觉嘛，对不对？啊，这是你的问题啊，啊，你自己生病了，你的问题啊，啊，所以不要被愚痴所染，啊。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从前所有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我们人呢、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恶念，就是骄狂啊。这个骄呢，就是骄傲；这个狂呢，就是欺骗啊。骄傲还有欺骗。那个骄傲的人就会虚伪，一定是这样子，越骄傲的人越虚伪，装模作样嘛，啊，虚伪欺诈，虚心假意，啊，所以这叫骄狂，啊，骄狂。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骄狂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愚迷，啊。从这边发生出来的，你愚迷不忏掉的话，再来就是变骄狂，啊，哎，你不觉自己在天堂啊，飘飘在天堂啊，你也没有感觉到我和整个诸佛世界一切众生是名包物语啊，啊，是一体的，不二的，我要去分别啊，啊，我觉得自己很孤立，啊，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所以。再来我就要去自我肯定，要去追求，所以就会进入骄狂，伪装，狂就是一种伪装，骄就是一种自大。第一步你先要自己碰空，也要碰大一点啊，对不对？我这么孤独，我一定要壮大自己啊，这就骄啊，一定要壮大自己啊，啊，要强势啊，对不对？要强势，免得被欺负啊，啊，因为要去争夺啊。因为你一无所有啊，啊，所以你要去争夺啊。那你争夺的话，就要先壮大自己啊，啊，而且要有很多伪装出来啊。光壮大自己不够啊，壮大之后就伪装，壮大之后发现硬碰硬啊，问题很多就要调整一下，对不对？这就是典型的，你不要笑他，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嘛，一定是这样的。先要强硬起来，要硬吃嘛。不行的话就要欺骗嘛，就要伪装嘛，就是这样，这叫骄狂啊。所以这个很麻烦啊，一个人一旦陷入骄狂很难相处啊，
就很难相处了，对不对？他很自大，很自我，哦，你要怎么跟他相处？而且他不诚实，你要怎么跟他相处？啊，他说的、做的和心里想的根本是两回事，啊，所以这个骄狂啊，千万不要被这个骄狂染上了。这骄狂染上以后就，你就虚心假意、欺师灭祖都会发生，啊。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我们人有时候面对强者，我们就会狂，啊，狂，狂啊，狂就是说伪装啊。面对弱者，我们就骄，大部分都是骄，啊，大部分就骄。面对弱者，我们就很大、很强势，要压制别人。面对强者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内心也是很气啊，就自我伪装一下，啊。自己弱势的时候就虚伪，强势的时候就骄傲，哎，这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这样在过日子啊，啊，强势的时候就很颐指气使啊，啊，就很冲啊，啊，然后弱势的时候呢，就狡猾的不得了，欺诈狡猾，没有真心真意啊。所以说呢，从前所有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所以很多恶业都是从来自于骄狂。啊，骄狂就会造很多的罪业，那我们就要忏悔自己，我骄狂，我的骄傲，我的狡猾奸诈，这个呢，啊，通通都要忏悔，希望一时消灭，永不再起，不要再掉到这个窠臼里面去了啊。就好像因为喝酒而得了肝病，啊，那我希望我的肝病消除，也希望我以后再也不要喝酒。啊，你们光希望肝病消除，然后酒不戒嘛？酒不戒，将来还是会得肝病啊，啊，还是会肝硬化的。然后因为抽烟得了肺癌，那我希望上天慈悲让我的肺癌消除，那我以后也不要抽烟，啊。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这也是个很大的麻烦，啊，我们人呢？尤其是中国人啊，嫉妒心很重啊，中国人很会嫉妒的，中国人吃苦耐劳啊，啊，那中国人可以生活得很勤苦啊，可以一辈子呢吃得不好穿得不好啊，省吃俭用，但是呢最喜欢跟人家比，要嫉妒，连跟兄弟姐妹都会比，跟人家比啊，比较，人比人气死人，啊，比较，这就是嫉妒，啊，这嫉妒是真的是会污染你的，会让你的心呢、啊、空孤立啊，啊，让你的心呢、啊、加入的一大堆的毒素啊，啊，就让你的心痛苦不堪，嫉妒别人，嫉妒别人的成功，嫉妒别人有钱。嫉妒别人美貌，啊，嫉妒别人婚姻幸福，啊，嫉妒别人事业成功，嫉妒一大堆，无所不嫉妒，甚至办道也要嫉妒啊，嫉妒人家道场大啦，道亲多啦，庙大啦，这也可以嫉妒啊，对不对？讲课讲得好啊，啊，度的人多啊，这也会变成嫉妒的范围啊，啊，这些嫉妒，比大比小，比多比少。中国人最容易掉到这个嫉妒里面去，你看嫉妒苦恼不苦恼？当然苦恼啊，苦恼的不得了。所以先不要说嫉妒伤害人啊，自己受伤最大。愚痴、愚迷、骄狂、嫉妒，首先伤的就是自己啊，先伤己再伤人，然后再造种种的罪业。所以说，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啊，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所以我们要检讨自己啊，愚迷、骄狂、嫉妒啊，这些念头要问自己有没有，有没有？第一个愚迷最重要啊，有没有愚痴啊？有没有感？有没有那种没办法感觉到天恩师德？这是很重要的。像很多人修道修不下去，或者修道修得很辛苦，就是因为没有感受到天恩师德。我们都活在天恩师德之中啊，
飘飘在天堂啊，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在老母的怀抱里面，在无极里天里面很放心的，就是愚痴嘛，恍然不觉啊，所以就失去那种感动啊。心到经有时候会比较感动啊，那种感动就会发心，那种感动就会发心发菩提心啊，我感动，我觉得哇，我活在天恩师德的照顾之中啊，要让这种感动啊继续下去，要时常问自己有没有这种感动啊，一定会有的嘛，你要察觉嘛啊，你要察觉，哎，上天在用各种方法在照顾的我，不是一昧的宠爱我溺爱我，我该生病的时候叫我生病，我该死的时候叫我死，我该事业失败的时候叫我事业失败，我该受伤的时候叫我受伤啊，而目的却是好的，要用心去体会，用心去体会啊，真正的天堂是这样，真正好的父母亲是用各种方法让你日新又新，自强不息啊，这是好的父母亲，天恩师德也是一样啊，天地是最好的父母啊，他的恩德是很大的，他们用各种方法在成全你啊，在成熟你，让你成佛，你要去感受啊，要去感受，所以不要愚痴，不要说人在福中不知福，人在天恩师德之中啊恍然不觉，反而反心谤道立誓骂天啊，这个不满那个不满的。如果你醒悟不过来，你还是这么愚痴这么迷惘，还是没办法安身立命在天命之中，没办法察觉到天命无所不在，我们都活在天命里边啊，还是一天到晚要用有一个自我在的啊，看不到天人合一的实相，看不到合同，这时候你就会陷入什么焦狂，一定你要自我武装起来啊，自我武装起来呢，一般人用的方法就是焦悍狂，这是动物的做法嘛，对不对？动物碰到弱势的动物的时候就很凶啊，对不对？很强大，要把你吃住啊。那碰到强势就伪装啊，变色龙啊，对不对？啊，就可以伪装啊，一定是这样子的。这叫动物性、兽性。我们人也很容易这样子。你强烈的自我就会产生骄狂和虚伪，一定是这样子。啊，然后这种骄狂虚伪就让你越陷越深，最后就产生嫉妒心。啊，产生嫉妒心。嫉妒心是最糟糕的，因为骄狂和虚伪还可以说是自图生存啊，为了要生存下去啊，必须要做出这些动作出来啊。那嫉妒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对自己完全没有好处啊，损人不利己啊，对不对？完全没有好处的，我只是希望人家坏而已啊，只要换人坏我就心里就很爽啊，这是很坏的一种德性哎，嫉妒啊，看到别人混得很差心里就很高兴，看到别人好心里就很难受，事实上他好坏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只是心里不爽而已，这就是很糟糕。用动物不会嫉妒的，动物不会嫉妒的啊，人类又发展出这个嫉妒心出来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啊好好的啊，比方说我嫉妒人家很有钱，那他很穷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就比较好了嘛？没有啊，可是看到他很穷，我心里就很爽；看到他很有钱，我心里就很难受，因为我认识他。很简单的说，啊，我认识他，没办法祝福别人，没办法祝福别人，啊，那个嫉妒心，这就是人性扭曲到一个程度就产生嫉妒。所以他跟六祖慧能很修行啊，对心性非常的了解啊，他知道人性要扭曲到一个程度以后啊。才会跑出嫉妒这个东西出来啊，因为这东西是完全对自己，不要说对别人，对自己完全是有害无益的，不像骄狂还有好处，对自己还有表面上假装的好处啊，这里面还有点聪明啊，嫉妒一点聪明都没有啊，白浪费的，白赔上自己啊，让自己的心性，让自己被嫉妒所苦恼啊，白赔上啊。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就是掉在嫉妒里面，
又掉到嫉妒里面。所以很多人的痛苦都来自于嫉妒，不来自于觉得自己混得比别人差，而来自于嫉妒。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来一起念。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啊。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愆啊。从前所有恶业、愚迷、骄狂、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就是以前我犯过的啊，我要忏。我不好的愚迷、骄狂、嫉妒，大概抓得很紧，就是这三个啊。这三个心念呢、啊，我不要再起来了。还有呢，也希望因为这三个恶念造出来所有罪业，上天慈悲吧，弥勒祖师妙法无边啊，让我可以把它消除啊，这些罪业不要再纠缠我，让我可以消除啊。那我们是有祖师护持，祖师有这个力量可以帮我们清掉，只要你真心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清其果不断其因呢、因在哪里？愚迷啊，骄狂嫉妒，这个因一定要去除啊。因如果不去除的话呢，就会有悔。悔者，悔其后过啊，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骄狂、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啊。所以从今以后呢，上天既然很慈悲啊，已经把我们的罪业都已经忏掉了，都已经消除掉，忏忏就是消除灭除了，但是你不能再造啊，啊，不能再造，所以说要照顾念头，要念念，要念念，要时常想到。第一个就要时常感受到自己活在天恩师德之中，要感受得到恩德之中，要感受得到，感受自己活在恩德之中。事实也是，不是自己自我催眠，事实也是这样，啊，要用你的智慧去关照，啊，发现自己就是活在一个老母娘的胚胎之中啊。在无极里天，里天呐、啊，接受最妥善的照顾，啊，最妥善的照顾，止于至善、啊。生命有一种特质，就是止于至善，只是你觉不觉而已。你想也知道嘛，你看你眼睛，是不是白白的，就让你什么都看得到，耳朵什么都听得到，至善。人类的机器怎么也造不出一个比眼睛更好的东西，比耳朵更好的。你人造肝，怎么也不可能取代真正的肝。对不对？人造心脏有办法吗？功能有办法那么好吗？啊，全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造不出来，造不出来。这些都是本质具足的，白白给你的，这些都是不稀奇，这些都是最这种有形的东西，还是有形而下者谓之器啊。这些已经很珍贵啊，人类造不出来的机器啊，都在你身上哦，最珍贵的机器都在你身上啊，何况还有形而上的道啊，真正珍贵的是道。这个气已经白白给你了，这个、道更是无所不在。这个气就是要在道里面运行的，啊，那我们要感受到，我们不是光有其气啊，还有道，还有道，有大道，洒洒脱脱大道坛，啊，光明自在的大道。所以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觉悟，不要再落到一种啊。没有感恩的心，简单的说，没有感恩的心，没有感恩的心呢？没有感恩的心，因为不知恩，
不觉啊。我不觉得有恩啊，我就不会感恩啊。你要觉得有恩就会感恩啊。你一旦觉得恩以后呢，你在这种感恩的心的充满之中啊，你就不会骄狂嫉妒了，绝对不会的。愚迷不会损害你，老实讲。但是愚迷在下来产生的这个东西啊，愚迷只是让你没办法觉受到天恩师德而已，傻瓜嘛。但是傻瓜再下来呢，造的骄狂和嫉妒啊，就有损害性了，破坏性，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强大的破坏性啊。所以凡夫愚迷啊，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所以一般的凡夫就是这样的，光知道说上天慈悲啊，能够帮我消业障啊，以前我犯的所有罪业业障都要消除啊，但是消除以后又做，为什么？我没有，我没有做坏事。你只要有愚迷骄狂嫉妒的心啊，你就会不断的造恶业，一定是这样子的啊。那是一切恶业之因啊，重恶之因啊。所以以不悔故啊，前愆不灭，后悔啊，后过又生啊啊。所以因为不知道后悔，后悔什么？愚迷骄狂嫉妒，我不知道后悔啊，我也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是我以前的罪业有没有消除。我一旦罪业消除以后，我又掉到我又骄傲自大了，我又虚心假意了，我又充满嫉妒了，那这叫做前愆不灭，后过又生，何名忏悔啊？那怎么要做忏悔呢？如果不懂得说愚迷骄狂嫉妒，这是错的，那你连过去的业障都消除不了。我们常讲啊，我们大忏悔班讲说，去其七分，留其三分嘛。那三分知道是什么？就是愚迷骄狂嫉妒之心，就是那三分。那三分呢，如果不消的话，那七分很快就长满了。很快就长满了，它跟地瓜叶一样啊，割一割马上就长出来了，下一场雨就长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参加大忏悔班以后，不久又一塌糊涂。刚参加的时候脸都是亮的，像后学那边的道亲啊，刚参加过忏悔班回来，我看那个脸都好像刚去整容过一样平平的亮亮的，过不久又坑坑凹凹，月球表面又出来了，那就是那个地瓜叶切掉以后很快就长满了，它留个根在很快就长满了，所以不要说哎呀我们参加过忏悔班了，罪业只剩下三分了，你很快就长满十分的了，因为有三分在的叫做愚迷骄狂嫉妒啊，这个心在的很快你就打回原形了。好，善知识即忏悔语，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啊，再来就要发愿，来我们一起念。善知识即忏悔语，与善知识好，忏悔完以后就要发愿，就像我们愿忏文一样啊，有忏有愿啊，忏悔佛前改过自新，再来是怎么样？共住天盘嘛，共住天盘就是愿就是要帮助老祖师帮助老祖师来怎么样掌天盘嘛，老祖师掌天盘，我们要打帮助道嘛就要住天盘。所以忏悔完以后呢，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了身心清净了，这时候就要有善愿，就要有善愿。今天我们修道办道和世俗的人不同，世间人要靠你有没有脑力，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财力，金钱这个财力，有没有学历啊，学问，有没有学历，要靠这些东西，或者有没有人力，有没有权力啊，修道办道这些力都派不上用场，只有一个东西派得上用场，叫做愿力。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你的能力、你的财力、你的权力啊，办不了道的，办不了道的。为什么？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是无形无相的，阻碍我们修道的都是无形的，帮助我们修道也都是无形的，有形的是没办法阻碍我们，也没办法帮助我们的。什么是无形的？你的业障、你的冤欠，哎，这个你有钱解决得了吗？对吧？你三军统帅可以用你的飞机大炮去轰炸业障冤欠吗？没有办法的，这只有仙佛菩萨才可以消得了的，才可以消得了的啊！你业障现前的，你明天要车祸，你总统也没办法，是不是？你美国总统也没办法，你明天要得个癌症，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业障现前了，那谁消得了？仙佛菩萨可以。所以那种无形的世界啊，不是你的聪明才智啊、啊通天本领可以解决的了，啊，那个只有佛力，而佛力呢，只帮助有愿力的人，只帮助有愿力的人。佛要做什么？对，就像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只愿意雇用什么，愿意为公司奉献的人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啊，愿意替天行道的，真正愿力。啊，有善愿，很纯善的愿，我就是要为上天做事。做什么事后面会讲，啊，总之我要替天行道，我要替上天做事，啊，那上天呢，你不足的一切，上天都会给你补足，都会给你补足，而且你会发现呢，根本我自以为要有的口才啦、能力啦、学问啦，啊。人事背景啊，在办道的路上这些都不管用啊，这些都是不管用。我们有什么能力吗？能力太差了，我们的能力只能做点事情而已，世俗的事情啊。修道成佛之事啊，真正成就众生的成佛的大事啊，我们的能力啊根本派不上用场啊，只有说我们愿意而已。你能做的就是我发起这个悲愿啊，我很诚心，我愿意，我愿意做什么呢？替上天办事。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说全身的罪业啊，啊，那根本没心情想到这个，啊，就像一个生病的，你说你愿意做什么？你愿意到医院当志工吗？我愿意，就是病先治好，是吧？那今天忏悔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病啊给治好。啊，把我们的病给治好。那么病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就是啊，看你有没有善愿。所以我们修道人呢，我们不要在乎说自己哎呀学历低、口才不好啦、人长得丑陋啦、啊反应慢啦，这个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强烈的意愿，我愿意替上天做事啊，上天怎么用我都好，我要为上天所用，这个是最重要的，要有这个愿力在。好，有愿力以后啊，替上天办事，上天会叫你办什么事呢？有什么事你是上天要让我们发的愿呢？